好的。Hello，Hello，hello. 赶快上来哟！我们来到了哈口家，我们来到了哈口家，久违的哈口，久违的哈口。来，有进来的，帮我们先分享一下啊。进来的，帮我们分享一下，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而且他那个是他婆家的衣服好看，然后外套也很多。他们家的外套有牛仔的，有衬衫棉布的，所以这次的外套真的很多。然后还有裤子也很好看，裤子啊，靠，碎啊，可以啊，嗯，对。这么快？对，我前天不用回来就你准备呀、啊？限量的哎，这裤个有一点多贵，哎，我什么就问？大波呀？对啊，那其实我刚刚那爱吃那个布偶之类的，多贵哦！而且他，哎，我们台湾都没有这种袋子，没有，就两杯袋。对，然后我们台湾我两杯袋，我们台湾都没有像这种袋子哦。对呀、啊，他们的袋子都好，这杯买回去还自己可以装。这个，对，我觉得我们很适合呢。对啊，而且常温不会凉啊，对然后啊，去一杯饼干皮，那我都不会凉。我们那边那个牛仔啊，他们就是都会做这样子，我们对台湾啊，都没有这种袋没子。有。对，晚安，英文。台湾的那个饮料店好像想不到那么周对到，啊，真的那么周到，周到。我靠，哦，大波哦，这是用粉来搅的吧？是吗？要留点吗？有啊，变干嘛嘞？我干嘛？那是那种干，他最近没怎么看，跑不来来。对，还是小橘子哎，应该是吧，嗯，那可个，以。你这边不是出三只吗？我看看，算了。晚安，Hello，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要见面了哎。好巧哦，哈哈哈，哎，好巧哦，我们又见面了哎哦。对呀、啊，你这饼干随便吃吗？没事。然后进来的先帮我们分享哦，先帮我们分享这一次的直播，然后我们一样有做活动，线上加入我们有折30，很甜。然后呢，我们的礼物我们还没买到，所以再等我们一下下。我们就是买到，我们会 po 上去，好不好？哦，太忙了，哦，好甜哦，哦，这不好喝，你喝看看，很酸哦。不是，你喝看看，你不他妈有酸啊？嗯。我知道这什么啊？哦，我怎么会苦啊？怎么会苦啊？我也不知道啊，这到底是什么啊？跟我们那边怎么差那么多啦？踩到雷了！怎么苦啊？哎，那个好像是粉的，对嘞。哦，像粉的吼、哦，对。粉的都可以来，哎呦喂！啊，你好。大家忘记我开给我 Orange Juice 了。来，先帮我们分享直播，然后我们等人多一点，我们再来介绍。然后今天我们大概有16款左右。哦，算便宜。对啊，我们今天就是有16款，16款我先帮左你右。过目一下。今天人怎么这么少？现在才56个呢？刚刚开而已。哎，已经开5分钟了吧？我们已经废话5分钟了。有不好喝吗？这个？啊？它你有喝点，看看，真的不好喝。有点是不好喝。哦，它真的很苦哎。那你喝了，就那杯都给你了。你的维他命 C 啊比较强，肯定那杯给你喝，我喝我的水好。我教你啥？啊，然后呢，今天就是我们线上加一，就没，是有折30，线上加一黑不啦，黑不是黑，这不啦，我想这谁个是啊？下呀，嘿，因为做无搞我，做为了包了一做一下。然后呢，我们有做活动，就是我们单笔满12800的话，我们会抽一名哦。我们会送一名，然后送那个舍令的零钱包，然后呢，给你。满8888，可以充一下，好啊，很便宜啊，真的很很便便宜宜。哦，充一下。直播探级吗？对，不要钱，直接充。好的。哇靠！
好啊，他就是你们睡就自己家啦。睡，我跟你说睡那个二十分的真的不如麦昆撸跳吗？可以啊，我们睡完之后快一个小时呢。可是我是半梦半醒，就是啊，半就梦是好像没是睡深沉的睡，着，好像没睡着，对，就是好像没睡着的感请问你梦到谁？半梦半醒。对啊，半梦半醒，请问你是梦到？我没有梦到那个人啊。真的吗？好好，你会做梦吗？会啊。会。半梦半醒呢，又不会做梦。然后人太少。对呀、啊，然后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做得很好，然后为期有7天。7天的连线就是中午跟晚上都有，然后你们就是跟紧这一次的连线，然后这次送的东西都很好，送的东西真的很好，有没有？我来已经了解了，我该送你物件。丽香，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晚上好。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人，卖场好像今天人比较少。那礼拜四的，那礼拜，哦，对。礼拜六应该正常吧？快礼拜五了，你们绿色，快礼拜五了，你非常期待礼拜五。不干嘛？没有，我是说没事啊，没事黑条啊，好了怎么好样？了，不要黑条跟拖你太久，没有，我是说，我怕你，对，不会，绝对不我会会把你帮嘴封起来。不要自己说漏嘴的。没有没有不会，我是说快乐的星期五啊。就是快乐的星期五。我啥不行？快乐的 happy 的星期五，快乐心情。happy，happy new year。那些是宝贝了。一定要考袂歹，就一个赛事，吼，然后那个你有，就看你肉肉的你就扣外面，啊，瘦瘦的你就扣里面。啊，对，过群主这样。两个都空空的，群主。哦，好。对啊，肚子空空，胃也空空。来，第一团。我们好想要用一个那个官方 LINE，可是你打官方 LINE 没有温度。对啊，没有温暖。对啊，讲了很多次了。可是我这个好像也没啥温暖。有啊，用手传的，不觉得太无聊吗？用手传的，很的定义是就是双方很像机器人，有没有？真的吗？那我会吗？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也很像机器啊。对啊，如果说我猜对，昨天哪里买了一件衬衫？对啊，它是它的颜色。聪明，对呀、啊，春暖来了，奎燕来了，丽香、丽华，你们都很好。猪猪猪、格瑞斯、伊哦，没，你两小声，叫不完，叫不完，没有换气。有109的，你要叫到5。我挑战那个不用换气，然后连续叫你们。那再一次，再一次啊，再一次吗？再一次，再一次，再来，一路祥云朵朵，春暖。S H 奎艳丽香丽华小青方云格雷森出自意外，刘炳全加帅，我真的念完了，我真的念完了，厉害哦！因为线上就是这些，我看到这些进来就对的，了，我看到这些进来之后，我就先念这些了。哦，哎、欸，我一口气耶、欸，我一口气，我一口气有吧？有，一口气到底啊！有。我刚才在黑的是丢丁字利丁嘛？哦，维他命 C 较侪啊。他现在不能再喝你口水。对，我已经灌完了，就听到，真的哦，灌完了，哦，好冷哦，冰块好多。
来第一款开始，我们今天总共会有16款哦，是厉害哦！哇，一口气，其实我的气很长嘞，很长啊，很长，长啊，长，很长，我的气很长，气短，气短就不就不好了，气短就不好了，气短就没抓起来，抓起来，那大家叫姐，这是来吗？啊，来吗？就类似这一种吗？就气短。我气很长，我气超长，我知道气很长，哦，长的嘞，我肺活量好的嘞，秀梅，你好，我以前住三楼，我一楼我都喊我阿妈都不用很大声，有有有，哎，阿妈，阿妈，你在我店我也想怎样比较洪亮，对，然后我天都问好了，好了，你先小声一点吧，因为他耳朵很痛，啊，你小，啊，我就说，阿宇，你还要好多天。你要保持体力啊！你行吗？我可以吧？哦，打换一下。啊，一来，一二三，走！哦，非常好，非常有默契哦，不错不错不错，这就是良好的团队。他之前是怎样？哩哩啦啦的团队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就没有味道的水，不味道的水。就买一瓶水还比较便宜。对啊，好来，我的上衣颜色有黄、蓝，然后还有一个绿，总共有三个颜色。然后呢，我跟你说，这个绿超好看，烧哑了，烧哑呀，烧哑，一点点，一点点，烧哑，一点点啊。没有吗？没有，他稍微在感冒，我们很害怕哎。不会啊，已经好了，已经好了。不要不要，我刚睡到，我刚睡到这里。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很热，很不是很热啦，很累，然后所以抵抗力会下降，就很容易中病。对啊，我。你们两个吗？对啊，我看那个尿道炎的，你看有没有免疫力下降？对，免疫力下降，然后因为很累，然后免疫力下降就会很容易。我刚去急诊完了，再看医生，我不想再看医生，好可怕。好了，颜色就是有绿、黄、蓝，绿、黄、蓝三个颜色，三好看，对不对？第一款就有没有很好看？第一款有没有很？你看很好看，绿色补丁是灰色的，因为它里面有拼接这种灰好歪歪啊。有拼接灰，对，它有拼接灰色，有灰跟深灰，然后还有绿，然后还有白色下去拼接的，是的，所以它颜色会比较明显，嗯、然超好看。然后你看到、哦、它领口也是都有配灰色，然后手镯配灰色的，手镯，然后它里面就是那种毛圈哦，毛圈有没有？它是毛圈布料，而且是非常亲肤的那一种，是美安的扯差不多，对，很好穿。是，来这件呢，胸宽是68衣长58线上只要750。第一组有没有？第一组有没有填？玉芬 ，Hello， 玉芬，你好，晚上好，你们吃饱了吗？想要知道我们晚上吃什么吗？我真的不想要再吃泡面了。你知道为什么会吃泡面吗？因为他现在 Seven 在特价两买二送一，所以就有三碗泡面，每人昨天的一碗，然后今天的一碗，然后我们晚上就吃泡面，因为我们想要先回去饭店休息一下，想要睡觉，我们想要睡觉，想要躺一下，所以呢，我们不得已我们就又吃了泡面，我们想要躺平了。晚庆呢，我的朋友来了啦，然后你吃了赵晚庆。赵晚庆，然后你知道吃完那个泡面，要死我们两个变青蛙哎，咯咯叫。从一路打嗝到计程车上，还有现在还在打嗝，因为肚子都是胀气，胃都胀气。黄，居然黄黄，对啊，黄，一下我现在好黄，看谁啊？黄，就是那个胃这边有没有？胃是红。它是敷起来好不舒服，超泡面真的哈，可是韩国泡面我觉得比韩国好啊，不是韩国。对，韩国泡面比韩国好。对不起，我想错了。韩国泡面比台湾好，对，台湾的更会胀气。可是韩国的我觉得已经是有点吃腻了。我觉得我觉得吃腻了，真的吃腻了，就觉得吃三口就很想吐哎，太常吃了。来，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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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王静，你是迫不及待的啦。67号，67哦，好，编号67，然后线上加一张750，颜色有黄色、绿色跟蓝色。那我介绍一下我的黄色，黄色的那个。结果淹乱你。我自己黄，然后底色是黄，然后线条，然后橘条，还有白条。我跟你说加起来。然后补丁它是嘎比耶，然后蓝色呢，它的补丁是它的条纹是黄跟红跟白，然后补丁呢是跟它领口一样是那个
红色，猪肝红，猪肝红的颜色，对对。然后我的领口这个颜色也是那个嘎比耶，嗯，整个领口也是嘎比耶，对，超级好看，这件一定要。很好看，谢谢婉静加一，谢谢你。婉静第一枪哎、欸，外宾又婉静婉静第一枪，砰砰。赵小姐，赵小姐，对，哇，恭喜你，恭喜你得叫我吗？赵小姐，恭喜你得标，谢谢谢，赵小姐，恭喜你得标，好亲切哦，赵小姐，赵小姐，那以后你有个叫赵阿里，赵小姐，哎，要赵有，就是好亲切，我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变是新闻的富人了，好不好？这边小姐，对对对，我们是富人、啊，我们如果是被对 啊, 对啊，如果是被新闻播出来，我们两个年纪，人家前面会写富人，对，怎么了吧？我搞到先生讲，表情管理好一点。你刚是我先看新闻、嗯，然后有讲哦，我这边有一个四十岁的富人，然后我来，伊了，我当然来，我来，我两个之后要对话者，我来，我富人哦。对啊。没有，还有北西啊，还是应该写叫少妇。少妇。对，要写少妇，对，不是富人。富人。少妇会比较好，因为他是年轻的富人啊，少妇啊、嗯。对。那、啊、你富人的话，就是好像就是比较，好像四五十岁感觉。啊，不然三十岁是小姐。三十岁也是要少妇，少妇对、啊，小姐应该是二十到二十二十九哦，二十到二十九，对，二十到二十九才叫。还没结婚可以叫少妇吗？好像也很奇怪啊。对哈，没有很对对对对啊，佩文的话，佩文的话是叫。你看怎么表情管理一下哦，你表情是怎样？这种表情，怎么样？怎么表情？奇怪，奇怪，你看。等突然抽破防了，突然破防，太丑了。是怎样？笑死我了。然后丽华说：“我无法进去那个购物车，可以帮我加你那格子衬衫吗？”可以哦，丽华，没问题，帮你加。然后秀梅说：“应该要称为女士比较优雅。”对呀 ，Lady 神接他们。各位先生、女士，对不对 ？Ladies and gentlemen， 就有时候，哎、欸，有时候那个号称会让人家心情闷。我感觉很重要，你搞我叫龙哥那叫啊？啊？哎，不，用叫阿玲、阿文啊？对啊，对啊，对。不然叫什么？哎、欸，阿伯，你叫我啥？雅云。你叫妹妹嘛，对不对？嗯。怎么样吗？叫妹妹怎么了吗？妹兄妹，还是你叫一次妹妹看看？妹妹。哦，超爽哎、欸！叫我妹妹，哎、欸，还不错哎、欸哦，感觉真好。还是你这几天都叫我们两个妹妹啊？对对对，他会感觉很吵。他会说他会想吐啊，他会想吐。好啦好啦，他会想吐。好啦好啦，那你们有没有人加啊？有哦有哦。套六七哦，编号六七。毛巾布哦，软的毛巾布。软的毛巾布很舒服哦，很舒服。我跟你说，这件条纹的那个配色真的好好看，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第一眼有没有就是这一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就是给它排在第一件，就是第一眼就是这一件了，嗯、好不好？加起来哦，好，拍照。好，那六点五分，很好看。它补色补边真的对啊，要命。重点是它的条纹不是那种就是很单调的，就一色的条纹。它的条纹总共有三个颜色下去做拼接，然后呢，领口还有袖口都还有配色给你们，所以它是一件很特别的条纹。要一起拍吗？嗯，对啊，他不要分开拍吗？找一下那个正方组。我没有到。对，按，你把我关掉，把我关掉。好，按错，啊，好。好，嗯，好。来，裤子，裤子来了，裤子。牛仔裤是松紧带的吗？对呀、啊，婉静，我们现在穿的都是松紧带的，条纹是67号哦 ，M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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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啊，吴妹妹，姓吴，吴妹妹，妹妹，对不对？吴妹妹，然后有我呀，哇，我英文打不错，没办法。吴妹妹有进步了，萨库拉来了，对，萨库拉我会念啊，萨库拉我会念，萨库拉六七有蓝色吗？字典写蓝色，哎，有啊，有蓝色，这个啊，不好意思都没有介绍到蓝色，有吧？我刚才有介绍到蓝色，对，蓝色是这样、哦，蓝色哦，蓝色，蓝色是这样，对，然后蓝色它是这个，它是补丁是红色，哦，黄跟绿，黄妹妹，我们两个英文真的有够烂，妹妹烂到不行 ，Sakura，
有没有？哎，我觉得蓝色其实也很好看哎，蓝色配红色，对，它是那个搭配是条纹是红色，然后呢，如果你牛仔裤多的人，其实蓝色这样子穿起来也会。就是比较同色系，比较同色系也好看。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跳色系，跳色的话，跳色系，白茶。如果今天想要，你今天想要跳色比较撞色的话，你就可以选选绿色跟黄色。然后就是第一眼是绿色，然后第二眼是黄色，第三眼是蓝色。然后可是我跟你说，我们的建议就归建议，你们看你们要不要听？因为我跟你说，每个人还是有属于自己喜欢的颜色。对啊，对，好 ，OK。是的，克淑芬你进来了，克淑芬呢？哦，克淑芬呢？顶届嘛是我的那个前三名之一嘞。真的吗？哎呀，哦，最近嘛是做老板嘞。真的呀，哇好诶。哎。柯淑芬，你下次可以来找我。什么意思？柯淑芬，好来裤子来，好来裤子有两个颜色哦，是，好逗趣啊。对啊，因为我们这边是马戏团，他叫我跳我要跳有没有？他叫我滚我要滚。来裤子两个色，两个颜色。来裤子的话有黑色的，然后你看他们这一款是新款，它就是可以这样试试。而且呢，它有两根扣子，就是你 M。或是你 L 都可以自己这样子调整，有没有可以自己调整松紧带？你可以自己调整啊，我觉得是好在这边，有没有？冷门哥底下分 M F 行 L 是，然后两个颜色，然后它的版型就是像我们之前在卖的比较像老爷裤的版型，颜色呢就是有黑色，然后它是有洗刷洗的颜色的黑，然后这个是蓝，就是也是有洗过的那种蓝。然后一样，他们现在这个布料就是秋天的牛仔布料，对，所以它没有到很薄，也没有到很厚，对，就是正常的厚薄度哦。那厚薄度跟它占量。对，然后它后面一样就是有松紧带，一样都会有松紧带哦。那厚薄度非常适合台湾，因为不会很厚，也不会很薄。对。然后呢，它穿起来还是会有它的挺度在。还有后面有皮标，哦，你有看到吗？我最喜欢有皮标的裤子跟衣服了，这个就是有加分到。果粉们，你有跟上我们吗？你喜欢皮标吗？因为我觉得皮标真的很好看，很有质感。对，然后呢，还有来，它后面呢，你看它口袋的下方这边有抽一条线，所以它会感觉比较立体的感觉，就是裤板会比较不一样，不会那么的竖。对。哎呀，我感觉两件是合法。我还觉得它长度还很够很够啊。对，我认哦，你对，它长度是够的，要不然有一些它其实他们家裤子我来穿都有一点点偏短，短有一点偏短。对，可是这一件呢，我是拉到我舒服的位置，是然后反折一折，对，完美。这个长度非常的完美。我跟你说，这一件裤子你们要买，因为它就是没有分尺寸，它就是 M 跟 L 都可以穿，因为它扣子那边可以自己去调节，这样子。懂吗？懂吗？你看在今天我需要，我超便宜，超便宜耶！我订很便宜，这线上只要1090呢，先生，先生，先生，这个有重量的呢。对呀、啊，牛仔裤哎，没关系啦，黑色后面没关系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啦，我没有没关系，我有点咬牙切齿，没关系，有点酸的没关系，有点酸，好酸哦，我现在都没有吃柠檬，吃过柠檬，有点酸呢、哦，不是你吧？来，它后面是这样，然后一样就是有一个皮标，然后我觉得黑色也很好看，我觉得黑跟蓝都可以买，就是其实你们他们家的裤子都可以买起来，这个价钱可以买两件吧，好对不对？充了单笔12800，你就可以充那个什么舍令的零钱包。钱包，我不知道什么舍令，什么我白的牌子。对啊，那个白的牌子嘛，每班只要是有白都 OK 啊。对啊，对不对？有没有？你们最喜欢什么牌子？Hermes， Hermes 只能这个一边边角角而已，只能先买到一个边，对啊，对啊，边角料先买一个边，然后就换了蓝色，对，边角料而已啊。六七的蓝，然后换蓝色给你们看，蓝色也好看，蓝色穿起来很白，对，蓝色也好看嘞、欸，要死了！我跟你说，这三个颜色都没有地雷色。不然说想来哦。香奈儿好，来点菜，你们最喜欢什么牌子？我们可以大概知道略知。对对，你们可以点菜，你们喜欢名牌的哪一个牌子？哎，我们凤姐，你这样绿茶，哎，给不了绿茶，你看，到底是什么茶？它是冰水吧？它是冰块水啊？对，
对，奇怪了，就冰块水，对，这样子也可以卖哦。啊，那奇怪了，我这钱啊，不知道。那这样可以卖钱呢、欸？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啊。对啊，那我们就是就卖冰块水。冰块水，你叫人买冰块水、欸，真的、哦？你在对一个脑筋叫人买，那个是一帮 Emily 要带尺寸哦。好，那对尺寸有那个，哎，没有没有尺寸，没有尺寸 F 呢？没有，没有尺寸啊。啊，对啊，就 F 尺寸，没有 L, 没有啊，一个结尺寸，而且不用打尺寸啊。装你送你，那你见了你，你见了，你见了，啊，那可以改吗？爱马仕。香奈儿的身体乳，哎，香奈儿身体乳，我上次好像有人有送我们，对不对？对，可是那个不算呢，那个是水呢。哦，那个比较水。然后我姐姐有送我那个香奈儿的那个洗面乳，我觉得好用哎，不错。他们都用来韩国用哎，我韩一次会用，还不错。我拢叫他用用，紧用用，我就我倒嘛袂用。我拍这个用我比较贵着。我是用我迄个无印良品来的。不是不是，伊唔敢用，是啥物原因？你敢知？惊用到掉的。调完了，我就一直调，想讲我要去买香奈儿那种 serum， 我要买香奈儿。所以我跟他说吼，不要随便乱尝试，因为一尝试的话，你就会深烙在这边，你就回不去了。有，你要不是用香奈儿的粉饼，就粉我只能用得起一点点小东西。好啊，现在裤子裤子是68，榜一对68，然后颜色呢就是有蓝色跟我的黑色，无印也不错，对我们俩都会洗无印的那个洗面乳，我都用无印的、欸，我马洗，嗯。我们家啦都是用无印，我先生也是用无印，只是我带来这边是因为我姐姐送我的，所以我就是带来韩国才有用，因为韩国七天嘛，你有勇气刚两，按一点除，你有一点用一点，很省很省，对，会比较省一点点，对，会比较省。六七的蓝哦，我有换六七的蓝，然后说爱马仕哦，六八的蓝，爱马仕有点远。哎，表示要等我们那个人数有没有再高一点？可能要1000人啊，1000人的话，我们再来买那个送你们，好不好？可以，好不好？然后帮我们多多分享啊，帮、啊、我们多多分享啊，多多跟我们购买，对，而且我们算那么便宜，这次我们的爱马仕有没有才看得到？这个裤子1090是真的很夸张哎，他们牛仔裤呢？我在韩国哎、欸，对啊，不好意思，可以再讲一下你啊。牛仔裤没有分尺寸，没有分，它就是一个尺寸、F。然后你要怎么拿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是 S 的人，你就是可以把这个扣子可以往前扣，是因为它前面这边有两个扣子可以去做调节，然后它就是可以穿到大 L， 是，然后后面呢它是有松紧带的，所以非常的好穿。破2000人，破2000哦，哇，我感觉 Sakura 破2000有点困难，破2000我老板一定很爽，因为我们直播是做5年多了，我们人数现在才大概就是正常都4500，对，刚开来韩国都是4500左右，我们做5年了哦，对，才4500，那2000人我要做多久？哦，可能要做10年，我们两个可能要50岁才有破2000人，我们用爬的出来，我们得用爬的，不用带 F， 你们直接你们喜欢什么颜色，你要帮我打68蓝加一或是68黑加一，不用打 F 哦，不用打 F。因为刚才可能口误啊，哎，口误了，对对，所以就是一个尺寸而已。是。然后它一个尺寸就是 F， 就是一个尺寸。对，这样。然后六七有黄蓝绿，黄蓝绿，黄蓝绿。然后裤子就是有黑色，然后跟蓝色，黑蓝，对，蓝两个颜色，这两个颜色都很推哦，好不好？好，拍照了哦。Picture。蓝牛仔裤可以搭配横绿横条，可以啊，可以，可以啊，加税，绝对可以。有没有？啊，就是。可以可以，加税可以的，绿色可以配蓝色的裤子，蓝色上衣啊，不是、啊、蓝色的裤子，所有的上衣颜色都可以搭，嗯、对，都可以搭，没有问题的。加税立马做个会搭我配颜色，我觉得你很会搭颜色哎、欸，吨为60，因为买的够多，加税对不对？买的够多，所以呢。我跟你说，买的够多，你在那个配衣服上面完全没有困扰，因为什么都可以搭。哎、欸，我们在镜头面前都一样高哎、欸，哦，我们本来就一样高啊。对啊，对对。好，没事没事。怎么？你现在是在哪一个痛调、啊？我在看这样子有没有？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还蛮像的、欸，真的很像啊！拜托哎、欸，他女儿叫我哎、欸、打我屁股，叫我妈有没有？哎、欸、妈，他女儿就走在我后面，妈，我哎、欸，我打哎。欸然后又，哎、欸，那个突然在外面被人家打屁股是会夹掉的呢。喂，然后有人走过来，啊，打错人了。对啊，竟然认错呢。可是你儿子不会认错啊，真的。哦，所以我们上次出去玩，他有认错。可是他是没有认错，可是他有说你们两个很像。哦，就我们两个啊。
帮我拍真的服也怪女人了。对，牛仔裤啊，有薄的吗？这有牛仔裤厚的吗？厚的吗？就是正常厚薄度。一在后面穿，今天裤子让我穿的、欸。再沾一点。穿什么？我今天沾一点。怎么样呀？好、啊。所以你要可以，他有刮耳朵。你那种感觉，你耳屎有没有？耳屎。有请六八包色。那你要帮我打那个抒情，你要帮我打六八包加一，就是有包色，就直接买了两色。他们家真的很便宜，我们算的真的很便宜。哇，够钱量，我在笑啦！我跟你讲，我真的，我真的是算超便宜的。对啊，超便宜，超便宜哦！说真的，因为他口其实很多人在卖，所以你们如果有在别家有在看人家直播的话，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价钱大概落在哪里。是，对啊，所以我们真的很便宜，这个我可以真。真心有没有？对，挂保证，90%的店价便宜，对，真的，90%以上哦。对，所以不是要说我们一定不是，我跟你说，我们不会是那个最便宜的，可是我们也不是会那个最贵的，对对，懂吗？我们也不会是那个最贵的，对，然后我们大部分的便宜，对，对啊、可是我们的服务是最好的，对，没错，裤子的面料到吧？没有弹性哦，裤子的面料没有弹性哦，对，没有弹性，是在礼拜天，我们结单日是在礼拜天结单日。是哦，哈，格瑞斯，对 ，OK， 对然后那个素琴要帮我重打哦，好不好？素琴嘞 ，Soki 吧。然后牛仔裤的厚薄度，它的厚薄度就是适中，不是那种冬天那么的厚，哎、啊，也不是夏天那么的薄。对。然后我觉得它是算偏软的牛仔裤的布料，有没有？它是有没有弄给江看？有。它是算偏软的牛仔裤布料，所以它很好穿。其实厚的牛仔裤，我们就跟你讲，因为公斤的那我每该成胸高一口，因为台湾真的穿不到。对。没错，服务超好。傻哭啦，你来我把你俩零。哇，服务更好，有没有？我靠，我当然给我买一支按摩棒呢。我、哦、靠、哦，你来了，你来，我请你吃东西，给帮你按摩。对啊，太恭喜你俩零了，真的赞呢。对，服务没话说，春兰。对啊，其实认识我们都会知道我完全这样看，哎，看呆了咪我了，就是比较对，就比较热情的那一种，不是那种的，而且很冷冰冰，有没有？对啊，没有温度，我们温度超高的。没错，我都烫伤了，烫伤了。你在叫我的名字吗？对啊，Sakura，怎么？Sakura在叫你啊？在，对啊，Sakura，我哎，我们看了只有他叫Sakura吧？还有别人叫Sakura吗？目前好像剩剩就剩这个Sakura。我叫雅琳，我知道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叫雅琳啊。对对对，雅琳，我知道你叫雅Sakura，我的写给你。有时候可能我会忘记你的真实的名字，可是Sakura就是很好记，对啊，Sakura是不会忘记，对，Sakura不会忘记啊。而且 Sakura 超爱紫色的，对，然后 Sakura 超爱小熊的，对不对？对然后 Sakura 超爱黑的黑家这边啊 ，Mr. 先生，友善先生，友善先生，我知道你最爱的，对不对？好，来，再来是我的棉 T， 来哦，颜色有灰，然后粉跟白。粉啊、阿姨，我选光，啊，我请旁边选，我刚刚请白，因为这粉好浅哦。浅粉，我也不是所有的粉都可以的。对啊，来颜色呢？有灰、粉、白、灰、粉、白三个颜色。然后呢，它面料是算薄款的棉 T 哦。然后它下摆是做这种不收边卷边，有看到吗？不收边的卷边。对，然后手袖呢大概是六分袖，然后一样哦，是做那种不收边的小卷边。对，然后有白色。对哦。然后灰色、白色一样，然后白色的字不会透明的，其实它白色不会说很透明，因为秋天的它的布料没有到夏天那么薄，是，所以就不用担心它是不会透明的，而且它面料好好哦，很舒服，超舒服，然后穿起来它的型有没有？你看它就是两边比较长，然后前后比较短，对，它是有型的，哎，有型的上衣，而且它好舒服哦，嗯。它触感很棒，我最喜欢这种的那个手袖。对，你们跟底下比啊。第二，因为刚刚那秋，其实台湾真的没有秋天，嗯、台湾就是夏天跟冬天了。对，所以呢，这种衣服要备起来，因为这种衣服真的可遇不可求。是哦。对啊，这种袖子的啦。然后粉色，然后它的前面的图案呢，就是一个穿条纹的男孩的后面、背后的图案，对，背后 T。然后颜色啊，就是三个颜色，来尺寸，来，我量，
编号来到了，按、啊、那个红笔借我。啊！我不愿意，手机十六被出来，十六被出来。我刚刚问王贺啊，我问王贺学过，王傻鸡放我学过，傻鸡啊，一个傻鸡啊，可以吗？可以杀价吗？不可能、啊，你去第五店，第五店杀价是不是？不行啊，不可能啊。嗯、啊，真的要，我准备被空出。来，编号几号啊？六九。六九行。请问昨天的二八面料有弹性吗？有弹性哦，小轩有弹性，昨天二八有弹性。对，十六出来了，我知道。对呀、啊，萨库拉出来了，我有去看哎、欸，不是去看啦、啊，就是有先 follow 一下，有做功课。对，编号六九哦，颜色有粉灰、粉白，线上加一550元、啊。你跟我讲一下550是什么回事、啊？谁定的、啊？这是就你啊。嗯，阿红订的550，这个550，你也是这样，这可以买哎，550而已，好便宜哦。550线上550，线下是580哦。像这种的长度，手袖的长度，你们真的都可以买起来。我改了公斤呢，因为这种长度真的很少出，它就是只有这一季这个月它才可以出这个550穿粉色。好，我跟你说，真的可以加。是台湾的，对啊。啊，大门在哪里？大门啊，大门在楼下。嗯，这门在楼下啊。对啊，你们在二楼。我这里是一楼。啊，这里二楼，还要去楼下才能出去。是你们开的？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是他开的。是现在直播的。哎，对对对。你们开的？不是哎。好香。来哦，我跟你说，请问这是节单日星期日吗？对 ，Q 小姐。是的，可是我们礼拜天跟礼拜一都还有直播，就是你们可以等礼拜一看完之后再一起接单就可以了。对，因为礼拜天我们接单是要接那个运动品牌的。对对对对对对啊！如果你要就是跟礼拜二再接就可以了吧？对对礼拜一晚上看完，或是礼拜二早上再接就可以了。对对 对, 对，你们就一起接就可以了，一起接啊，一起接。对对对，然后这件是编号六九，你们要的话帮我打六九，带颜色加一，线上只要550，线下是580哦。好，对。再看一下补丁，冰封补丁的绿，哦，好看呢、欸，真的，太耐看呢、欸，对，然后这个颜色好好看，绿色好看，对，然后补丁的黄、这个、好好也好看，补丁的黄配咖啡，杯子也是周一姐吗？杯子对，可以啊，对对对、就是，杯子也是周一结，对对对，你可以周一一起结单这样。对对 ，Sakura， 你们就周一一起结啊，这样比较快、啊，对对对，好不好？周一就一起结单就好了。然后六七的蓝补丁是红色，红色呢？然后我们现在的直播可以往前拉哦，所以如果刚才你们比较晚进来的，你们可以把就是点一下，然后往前拉。对，是毛圈的哦。对，毛圈。第一组啦，第一组是毛圈的，毛巾布。然后现在，现在这个就是棉质薄棉哦，薄棉。薄棉是。是较台湾的这种啊。真的，真的。较寒一点嘛，你要穿外套。对。啊，无穿背心。啊，无内底就穿迄种啊，内搭啊，穿内搭。啊，内顶安尼啊，对无？几号呢？那个这个编号是六九，我必放六九。你是不是这一件吧？对，是六九。六九，然后线上加一只要550哦，线上加一550，高好。对啊，那有怕，那啥也有怕。他只讲用看莫呢。哎，来打就谁打我还不知道？对，他拍我的照啊。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也不要打我，是你开的价钱呢，要打他吗？检查过了吗？打你！你不是检查过了吗？没有没有，要打你，你看看几趴？有项链哦，有项链，然后项链可以截图，项链可以截图哦，可以截图。对，你看截图，一二三，嘿，对。然后项链是3990，对，项链的话是3990哦，哈。好 ，OK， 对，开走。好，怎么看？哎，你先。对，阿宇的项链可以截图哦，那个我们还有在，可以帮你们买。那个，因为我们礼拜天还是会去那一间银饰店，对，所以就是我们还会去买，还会去啊。对啊，我们还会去啊，我要花了一笔钱，真的呢。哦，那边有一条也超好看的。好，要死了，真的，而且那一条比阿宇这条要贵、欸。对啊，真的是，多少钱、啊？很贵啊，很贵、很贵、欸。那一条可能要卖到这样哦、啊，5000多。对啊，那应该蛮重的哦。对，它因为它前面那一块比较，我觉得它应该是跟这个很像啦，它的那个结很，整条都是纯没有，就是那个看那条的链子，这个在一个金曼局那个侧，伊伊都卡侪包。啊，所以讲较重哦，嘿，啊，这是两包落去夹嘛，啊，伊迄像三包落去夹，嘿，对。然后它前面的那一块，哎，那个圆的牌子比较大片，所以它就是比较重，
对啊，我要去买那一个哎、欸。是，我一直跟阿云说。我听着大家。好，我们来卖这里好。来补丁的补几号？编号六七。对。编号六七，然后第一个推就是绿色，第二个是黄色的，对。然后第三个颜色就是蓝色的，对。然后看你们比较喜欢什么颜色，或是你们比较。比较适合什么颜色你们都可以加，然后这件是线上是750，线上750，现在是780，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就是那个钱够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包色，因为它就是很适合我们台湾穿。你到韩流有没有你穿这种你里面穿一件内搭刷毛就好啊，其实台湾真的比较适合像这种衣服、嗯、因为开始十月份韩国他们会出刷毛的，会出像这种啊里面就要刷毛的哦，真的穿不太到，要不然就厚棉，对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现在这种天气比较，现在韩国的卖的这种布料很适合台湾的天气穿，我们、就是、它里面是毛圈、嗯、里面是这种毛圈，然后很舒服的毛圈哦，对对，不会咬肉的那一种，很舒服啦。然后我觉得三色其实都好看，你们可以买，就是它很好搭配，就是配牛仔裤，就像那个我们昨天卖的那两件牛仔裤、嗯对啊、这种都可以配啊，可以，对不对？750块而已，三两哇塞啊！三两哈起来，2100、2200、2350而已而已哎。对啊，所以我觉得三色你们都可以买起来，因为我觉得三色颜色全部都不一样，没有那种很接近的颜色，是它颜色真的完全不一样哦。750加起来了，加好加加加，不客气哦，必棒，赶快加，因为真的好好看，对我也好喜欢，对。对，然后裤子的话，哎，刚才有问裤子吗？还是没有？忘记了，没有，没有。好，裤子过了，哦，裤子过了，裤子是68，嘿，裤子68，然后有两个颜色哦，两个颜色，然后没有分尺寸，没有分尺寸 ，M 跟 L 都可以穿，是的 ，M 跟 L 都可以穿 ，Yes， 好， yes. 然后再来是什么一会？嗯，我给你。然后再来，我跟你说，这件裤子真的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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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看我哪一种？我们的名字知道吧？我跟你说哈、哦，好看的裤子，我们那个名字取名也会非常的厉害，真的，取名会非常的厉害。会有五分袖吗？啊，五分袖这一组啊，就这件啊，现在五分袖只有这一组。我们现在穿的这件就是六分袖，好不好？多一分可以吗？多一分可以吧？可以。我们现在这一款是五六分袖，好不好？你要五分袖，你就折一折就好。我们现在穿的这个男孩 T 呀、啊，这一件它就是算五六分袖哦，因为现在那个这种袖子会根本就快没了啦。对啊，因为它这一件也才有这一款而已。对啊，因为像台湾多人，台湾人卖，台湾人就是很多台湾人都会卖他们家的，所以他知道我们。他的那个诶，他的店家都是台湾，所以是他会卖比较符合我们台湾在穿的衣服，对厚薄度，对厚薄度会比较适合。我跟你说，今天他们家的衣服跟裤子都很厉害，你们真的口袋要打开，口袋真的要打开。然后今年呢、啊，过年会很早哦。今年过年是一月底就过年了，一月底就过年哦，等于说你看了、哦、我们卖衣服的，你看现在几月？十月了嘛，10、11、12，哎，我们剩三个月可以卖而已。对啊，对，我们剩三个月可以卖而已嘞，剩三个月可以卖，你们也是大概就是这两三个月要赶快先买过年要穿的衣服也是可以哦，好不好？先储存起来，因为呢，今年的过年非常的早，一月底就过年了，所以呢、哦，对，真的很早。哎，这个对我们卖衣服比较蛮好呢。对，因为其实这样太早了，对啊。我们等于是二月的话，就还没出盛装。对啊对，对啊，所以我们就少卖，等于我们就少卖半个月，对，半个月，对，少卖半个月，嗯、差蛮多的。对啊，差很多、啊，所以今年过年很早。啊、我们想说到时候等二月的话，看要不要去日本什么的。对，对啊，要。你是想吃一兰拉面吗？没有啊，我补回来哦。哦，你上次真的是补谁？倒霉，倒霉，我倒霉，是吧？我上次有吃一兰拉面，可是我觉得我不是在吃一兰拉面啊。你吃什么？我是吃
吃就是吃面而已。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享受到。为什么？啊，因为他一直在外面啊。哦。我吃超快欸，我从来没有吃面吃那么快的欸。你是怕他被捡尸被端走？对啊，我怕他被捡尸，我要去人家，我去他们家跪嘞、欸。又跪。啊，扣小，扣小。那啥人扣小扣脚？扣小。拱大。大，你那是拱大。他们两个。아있어요있어요그색깔로네알겠습니다来好来先裤子吗先裤子好先裤子先裤子里对来来裤子先裤子超级好看的裤子哦这件裤子啊我跟你们说也非常的便宜然后重点是它很薄对它是薄的你们想要薄的你们就来看这一件对哇薄的就要看这一件了真的很薄然后尺寸它一样有分 F 跟 L 是它尺寸有分 F 跟 L 哦对两个尺码两个尺码这件裤子也算得非常的甜哦对来线上只要1090噔噔夸张了夸张了真的是你没记得美国我口碑1090而且还是新款还是当季的对然后你看它后面的口袋它后面这个夹爪真的是喜欢比较没有那么花俏的哎呀要低调然后带一点点 亮点的就是这一件的亮点对因为它的亮点就是低调型的这里呢它就是有那有点那种配色滚边在口袋上面然后两个口袋然后后面的一样是做这种口后松紧对后松紧然后呢尺寸有分 F 跟 L 对然后尺寸怎么拿呢如果你今天是 S 跟 M 号的人你就是加 F 号对你今天是L 大 L 或者是 XL 的你要看一下尺寸表你就是可以加 L 号可以加 L 号这样子叫综合裙它裤版啊很好看然后呢厚薄度也非常适合台湾这一件裤子你们真的一定要买好不好真的因为我们也要买对也有我们也有买我们早就买了我跟你说哇陈我刚你不知道我刚一张 M 等下省我省花没我这件我靠你啊我娘你会好妈妈换都不拿真的我每次我跟你说每次就是要抱着那个最后来韩国的一趟有没有那种心情就是给他买这是因为会这样想是因为啊来是这边挤的飞机结果他去公司出然后想、啊、原来公司出好那我来就是要买东西了对不对哇你看你又踩到柠檬我只是在聊天而已你看我没讲话很奇怪我没讲话表情管理好表情管理不好哎、欸、要表情管理回家要照镜子然后练习那个表情你要照镜子呢就要笑有没有微笑对其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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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我觉得已经踩了半颗柠檬了我没有啊嘴角已经踩了半颗的柠檬了我不敢再讲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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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讲吧没有我是来这边工作的工作之余呢我就是会买一些小东西犒赏自己啊好笑对不对我真的被笑死啊犒赏自己哎、欸、我跟你说这件裤子真的很好穿因为一起背哎、欸、对它是薄的它是真的很舒服是我们台湾穿得住的哦对1090哎、欸、是然后它腰围就是很舒服它后面是有松紧带的后面有松紧带然后前面是扣子然后它的刷色超漂亮穿起来有没有整个有没有呜呼它颜色啊我跟你说它就是刷在比较大这里然后两边就是比较深色所以它穿起来就会比较瘦它穿起来是比较瘦有显瘦的效果1090加起来变到70太便宜了太便宜了1090呢、欸、牛仔裤呢很重呢、欸、才不会觉得工作很辛苦啊真的对好我等一下要穿红 T 哦等等哦、嗯、这几天、嗯、穿看啊连穿搭都很好看每一件都好好看哦对啊真的很好看我们没有在乱挑的对真的我们就北京了呢对裤管放一下放一下裤管这样裤管这样大概是九分如果我放下来的话是九分然后我们穿这个其实我都会稍微有走一下下让你的裤子有没有感觉起来会比较有型这样子然后我再折回来啊你其实可以折一折或两折都可以看你的脚长度然后我脚比阿云短所以我会折两折然后阿允都会通常他只会折一折会折一折因为他脚大概比例是100他
他的脚100长啊，他的脚长100，对啊，也没到那么长、啊、然后身体是30，我130公分，我有办法吗？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130，我好像加杯管。我所以30，然后脱30，然后脚100。对，就是你，我好像加杯管，3:7。对，所以他是就是脚的比例比较长，然后我是6:4，六比四，六比四。然后Sakura，如果 L 的话，应该可以哦，70 F 啊，身上是这个是70吧？对，70。对，然后我现在是穿的是 F 号，我现在穿的是 F 号。对，臀围100要买什么 size？ 臀围100。臀围100，臀围100买，臀围100哦，是 F 号也可以耶。原来只有130公分，对，比他哦，我好像加倍管，我小矮了吧？不是，我的比例也太奇怪吧？对、啊，我的床跟身体30而已，你不到30就，阿姨我来了，阿姨我来了，对不对？这是很多故事哈，我跟你说这。我们也很难取舍因为我跟你说每件裤子都很厉害，你要叫我们删掉哪一件都很难。真的是薄的，是薄的，看下背后，背后很厉害，背后的好好看，它就是这样素素的，然后就是有点就是点缀一点点重点，对，这样子的裤子会穿比较久，然后会比较耐看。对 对，有偏大吗？其实不是哦，因为它的版型不是穿合身的，它的版型是穿有点微松的感觉，所以呢，它的版型你要怎么讲？如果你今天是平常穿 S 跟 M 的人，你就是拿 F， 你平常穿 L 大 L 的人，你就是拿 L 号，它就是分 F 跟 L， 是，它就是分 F 跟 L， 这样子清楚吗？那如果你是 XL 的人，如果你的肉肉是软软的那种，有可能是穿得下哦，是，对，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那个，我们公司有一个怎么了？没有啊，公司是阿华有没有？他就穿得下，穿 L 号了、对啊，阿华他是 XL 的嘛，可是他穿 L 号是可以的。对，那版型真的很好看啊，版型真的很好看，然后再配白衬衫，哇，是好样哦。然后我们身高都是160公斤哦，给你们参考。对，然后那个臂缝你要带颜色，就是70蓝 F 加一，70蓝 L 加一，要这样子搭哦。你要带颜色才能入单，才能折到30块，那个好不好？才能折到30块。啊，没有。你也哦。所以那个不好用。不好用。韩国买的。啊，你刚才买的吧？没有，上次来韩国都买的。哇，你上次来韩国买很多东西。我就把那个新的。把这个衣服穿上。然后新的衣服韩国买的，这个才台币才50块而已。哦，好，讲怎样？没有，没事，我只是这样，我只是这样讲而已。想都很想要玩 gay 呢。哎呦喂，我要踩柠檬了，真是的。还是你是我吗？小光都好像要玩 gay 哦。没有啦。有啦。我要制造效果。好，有，制造效果。请问臀围96要穿什么尺寸？来96。96应该太高了一点啊。F 啊。是啊。那个红庆，你拿 F 号就好了。对。然后雨婷，我跟你说，这个夏天穿得住哦，这一件夏天一定穿得住。可是不要到那种很热很热，像我们最近台湾就大概30度或者29，这种还是都是穿得住的哦。然后那个 LIN， 你要帮我打，你帮我打正确，你要帮我打70蓝 F 加一，颜色要在那个颜色要在前面，然后 size 要在后面。白色上衣很好看，等一下会补哦。怎么会补啊？越逗感情越好。雨婷不客气哦。等一下会做衬衫哦，等等哦，会补、哦。我先衬衫还是要先做？好，衬衫来了。来衬衫，这件衬衫好好看。来衬衫5.9 ，OA 马上注意 ，OA 背，绿白绿系，绿白绿系。黑白绿系，绿白绿系是，所以有绿白绿系，是有三色四色。我们身高是160，我们身高是160。161吗？啊？161吗？161啊？161吗？是真高了。160，到是161，记你记得唔对啊？记到前头哦，真啊？对啊，我160呢？161吧，我记得。没有吗？161啊。16150吧。没，是50对啊。那我一下刚要改成70蓝 F 加一。
那我已下单，我已下单，要改成70。对啊，你再帮我重打就好了，红青。哎，拿来衬衫来了，哇、哦，好瘦，黑色也好好看、欸，瘦歪耶、欸，黑色好看、欸。我看今天衬衫真的很好看、欸，时髦哦。对它的剪裁，我觉得它的剪裁好看。然后侧面，然后侧面，哇、哦，好可爱呀！哈哈哈哈哈！干嘛？哎呦喂啊！那那腮红的造型，我今天哎呦喂，侧面那叫什么款？哇，超好看哦，好瘦，好瘦，我觉得白色也很好看，我好瘦，我也好喜欢这种白哦，我好瘦，我就一直讲我好瘦，有有有，然后死皱皮，真的死皱皮哦，你来逛街啊？哦，皱皮好哎。谢谢，你怎么没有问这么、啊？谢谢夸奖，不客气啊。谢谢夸奖，负责拍照。哎，好好，谢谢夸奖。想买白色的，好。对，你等我。嗯。过去一点。等等。我也。对的，可以吗？可以。后面。可以吗？可以。我躲在这可以吗？往前面站一点，我已经没有我容身之处了，没有路可以退。好，我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那我们可以先往外面退一点。好，好。对，阿允裤子穿什么尺寸？我穿 F。对，所以我穿 F 哦。我们穿 F， 因为他 F 就是你就是 S 跟 M 号的人，这件会很重吗？我觉得不太会，就还好。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种还好，你只要洗一洗哈，你把它甩好，然后再晾干就好，好不好？好。然后衬衫来黑杏系绿绿白四个色，黑杏绿白哦。然后我跟你讲，今天晚上秀最推就是黑跟白，对，这两个颜色真的要买起来。对，最推就是这两个颜色。我是欧北凉粉呢，是要偷名吗？偷名就欧北凉粉嘛？对啊，一次也买啊吧。哦，是哦，哈哈哈哈哈，是啊，吧？我觉得很像。来，尺寸，来我念一下，编号来到了，编号71吗？七一、欸，有黑杏绿白，对对，黑杏绿白，黑杏绿白，对，黑杏绿白是两孔袋，半扣一口袋衫啊，有白绿黑杏，总共有四个颜色。我跟你说，这一件你们一定要加，因为它质感真的很好。哎呦，绿色哎，哪里？对，然后什么颜色都卖有。对，来，我跟你说，线上加一张1030，真的很可以买，真的很可以买，这件很推。是1030吗？因为它怎么讲，跟棉 T 休闲的比较不一样，它是算有造型的那种罩衫。对，所以像这个你们真的可以买，真的好好看哦。然后它扣子是做这种到这里半扣的，对，所以里面你再配个小可爱，配个项链，这样子穿很好看。穿下绿，穿一下绿，好。然后这里有一个口袋。重点是它的侧面很好看，它就是有一个那个蓬蓬啊，蓬蓬结弧度，它有一个弧度，会有一个弧度蓬蓬的感觉。然后近看衣领，看衣领是这样。香芋，我刚刚今天的是 IBM， 今天的是何款？然后呢，它的胸宽63，对，衣长呢前面60，后面65哦。是，它的面料真的很好，我保证。你收到你就会知道了，而且非常适合我们台湾天气穿。因为是那种绸绣的那种衬衫面料哦。对啊，因为有时候有一种衬衫面料，你摸起来就会有点那个绒绒泥。有点很像绒的那种面料，可是这个不是，它这个是秋天的面料了，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挺度，不是那种很薄很薄会贴在身上的那一种。对，它穿起来会挺挺的，然后像它的面料也选得很好，这种面料是不太会皱的那一种，好不好？所以推白还是黑，两色都推，两色推耶，两色穿起来都很好看，都很好看，我好喜欢黑跟白哦，买起来买起来，这件真的很可以，质感真的很好，很好，感觉黑中你的名牌包拍起来，哇哇塞，你想爬？对，那我们先拍照，等一下我们换绿色哦，等一下换颜色给你们看，对，一头一个，今天有一件，好。后面什么？秋青买黑白战，对，我的裤子是另外一件哦，不一样哦。来，第一次买购买要特别做什么吗？不用啊，你就直接 要唱一首歌。你在要唱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也不用做什么，就是直接。
就是到我们的那个后台购物车，是，对，好的吗？会很厚，深深棉料是好的啊，不会厚，我不会厚，就是很适合台湾，好，适合台湾的天气穿。这面料真的是好的，不是那种。不是那种绸绣的那一种面料，怡君奶的，不是那种绸绣的面料哦，面料是好的，好不好？真的不会很厚，适合台湾的天气，不会太厚，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那一种。对对，注意事项就是勿弃单，感恩。S U 爱你，感恩啊，感恩。对，就是加一加，不要弃标。对对，你别讲看出送，我刚要出送，搞不好就买去吃。对啊，你现在就是你现在在看嘛，你就是现在先加，加完之后下播之后再去购物车检查。如果你不会再用，不会用我们的系统的话，可以私讯我们，我们小帮手会教你，小帮手会教你。然后洗会送啊，萨库拉，我觉得这个还好，你就洗一洗，你别吊起来吼，大概是准你有些话悠悠的，我们稍微整，就是要这样甩，嘿，甩一下。然后再把它晾干，这样就好了，这样就不会皱。然后配好那个七十要冲到七十蓝，七十蓝 F 加一要带颜色哦。对，要带颜色，我你按摩它都接单呢。对，70号要带颜色，七十蓝 F 加一，是帮我冲到七十蓝 F 加一，谢谢。谢谢啊，客气哦。看三号米，来绿色，来衬衫是七十一号，我衬衫是七十一，然后现在换了绿色，绿色。哦，绿色也不错，绿色也好看哦。对，绿色穿，其实我觉得韩国的衣服真的要穿起来，掉一下裂嘎瀑布。对啊，可是穿起来又不会。然后后面这个折很好看。对啊，一按前来看，我先外碰碰的感觉。对，它有一个立体度。对啊。然后它就穿起来会有那个自己会有一个弧度，它的版型出来，它不会牢牢软软的贴在你身上。啊嘞。绿色这样子哦，有没有？然后下半身随便配一个牛仔裤就很好看了 ，very good，very good，, very good 好，拍照。衬衫多少钱？衬衫只要线上是1030哦。哦，聪明的就线上加，因为真的很便宜，线上只要1030。小黑黑，真正小黑黑嘞。而且不要跟宝宝这些秀哎，看他的声音是那种有质感的那种衬衫布的面料的声音哎、欸。你们其实有买过哈口他们家的衣服啊、衬衫啊、棉料的啊，你们就会知道他们家的用料其实就是便宜，然后又很好，对对不对？不是乱选的那一种。对啊。好，再来是我的裤子，我跟你说，今天裤子会让你们买不完，真的，我跟你们讲到了，绝对买不完。因为都太好看了，大家都看了，哎呀，他看起来也很瘦哈，对，也很瘦，嗯，整个就是我会讲哎，就是在那裂口哎，裂九九口，衣橱里面就是那六九星口啦，都是那种裤子。我跟你说不嫌多啊，你之前买的旧的，你就是把它淘汰掉，换新的，好不好？这个是什么刷色的？怎么样？刷色，刷色显瘦嘛，然后才过我家，刷色，好。刷色显瘦牛仔，再讲一次，刷色显瘦牛仔，对对对，天哪，看到没？我回家订报纸了。刷色显瘦牛仔，然后我这一件啊，它是有弹性的，可是它弹性是没有到很大。就比较扎实，对，它是扎实的，一看扎实啊。对，然后呢，它面料是算有弹性的，然后这个呢，它真的就是秋天的布料，然后呢，没有刷毛，还没有到刷毛。那件穿起来也是很舒服，然后很显瘦，有没有？然后这件跟刚刚阿里那件比啊，又不一样的版型。对啊，这一件呢稍微再贴一点点，可是也是比较合身点点，比较合身一点点，可是穿起来也是有那种微松的感觉，也是顺身，对，也是顺身的。然后这一件的刷色它是偏比较怎么讲，它是偏比较复古色，比较 黄一点点，它是刷比较黄。昨天买的那一件、啊，33号。对对 对，比较偏黄一点点。然后我中间这个刷色是偏比较黄色一点，是对。然后呢，它一样哦，后面是松紧裤头，是，然后一样有两个口袋，对，然后前面呢一样有两个口袋。这件呢，它是属于就是比较疏一点，不想要。比啊，你穿的凉。对，这件比较厚一点，这件比较厚，这比较厚。它算它也不是很厚，它是比较扎实。扎实，你看掌机。对。然后刚才那件比较软一点点，比较薄。对，比较薄。嘿。然后这个就是真的架杠哎，秋天的口，秋天的口。衬衫可以穿到菜了吗？我看一下啊。可以啊。我们刚里面吃。有。胸宽的话，这件衬衫它胸宽63。然后衣裳前面60后面65是可以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哦。哦，可以。然后衬衫容易皱吗？其实我跟你说真的，衬衫一定会皱，可是他们这一家的布料是还好，
有没有衬衫的布料是一样是会有稍微会皱？嗯，模特就是没料的啦，没料的可以被上面晾在雪纺。对，它就是不会料。可是像衬衫这种布料，其实你怎么穿，你哦不要贼，还是会哦、喔，可是还是会哦、喔。那个皱褶是自然的皱褶啊，你不可能每一件衣服你修光了变衣嘛，其它还是会有一点点这种痕迹，这个是正常的。对。不是讲规领凹到做成剪裁安尼，那么的皱，那个就很，那个就真的很丑。被删裁的吧？那个就很丑。可是它这个皱是让你是觉得是自然的皱，不是那种很刻意，真的很撩佩佩的那种，不会是那样。对，不会是那样，好不好？然后我的裤子啊，来，它的牛仔是比较扎实一点的牛仔，然后一样是分 F 跟 L。对，所以怎么拿呢？就跟刚刚的阿林穿的那一件的尺寸一样，对对对，就是如果你今天是 F 啊、你今天是 S 跟 M 号的人，你就是穿 F 号，是你今天是 L 跟大 L 的人，你就是穿 L 号，这样子，对，这样子尺寸以此类推 ，OK 哈。然后这个是编号72号哦，对，七二，来线上只要1090，现在我好像拢1090，哎对啊，都拢贵，我阿点装1090嘞，可以，白色会透吗？不，我不会，不会啊，不会，因为它是秋天的布料哦。可以一起看吗？可以啊，来，这样子有没有？它的裤板是宽的，啊，我裤板是窄，比较合，偏合一点，偏合一点点啊。这个比较像老爷裤的版型啊，这件比较软，比较薄啊，这件比较扎实，比较挺一点点。对，然后我的颜色比较秋冬，对，然后这个颜色是比较夏天一点，对对，色系也不一样，版型也不太一样。啊，价钱一样，对，价钱一样。那我觉得两件都可以加，欸，对，我觉得两件都可以加，因为不太，我跟你不一样的造型。你们这一次啊的裤子先买起来，可以。然后十月份我们就卖衣服就好，裤子不要卖。对，可以吗？可以，拿去了。对，拿去了。啊，三百块，我带个刀嘞。没有，吓死了。裤子比较重哦，对，裤子比较重。可是他还是觉得要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真的裤子太好看呢。对，超喜欢阿宇身上的牛仔裤，真的买。秀心真的可以买，因为真的很好看。秀心，你跟我身材差不多啊，你就那就 F 就好了，就 F 就可以了，对 ，F 就可以了，对，好不好？颜色很漂亮，然后屁股啊，这边口袋也是很集中。对啊，就比较翘的感觉。它口袋也是做的位置也是很好的，不是那种很高又很低的那一种。对 ，OK 哦，那我拍照哦。好。你讲什么呀？我冰刀，你喜欢不要讲。谢谢秀清。我减肥，一、二。你不用减肥了，你干嘛减？你又会很胖。后面你在提醒我吗？要减肥？没有啦。一、二、三，叫什么？没有啊，我也是真的，我会觉得我要减肥。哦，进来了。啊，我也要减肥，真的啦，你不要。你到底在减什么？家里要打七二来 F 加一，要到颜色的尺寸哦。家里，哎呀，帮我重打一下七二来 F 加一。最起码你对念，你想要钱对念。我操，你在那边整体特色穿啊？你这个死瘦子，瘦子，对，死瘦子。想问瘦子是你哎？上衣是几号啊？一个共起来，上衣衬衫71，衬衫这件是71哦，71。有白绿性黑，白绿性黑，好不好？这件衬衫好看，穿哦，而且很好穿呢，对，好舒服。好穿的衣服，好穿也很重要，好不好？要不然你买了，你用碰一下冰底下都没穿嘛，就没猜解。来，车车 T 哦，棉 T 来了，这个很可爱，而且颜色很漂亮。这个红色来过年要搞对不？圣诞节，圣诞节要搞啊，对不？圣诞节先搞啊，好，圣诞节先搞你。来，圣诞节被搞哦，就是要这种红色，我觉得它的红色很漂亮。你那个龙华，哎，龙华，哎，龙华呢？我阿公叫，不是叫龙华，龙华富贵啊。对，我阿公叫赵龙华，嗯，然后就很怀念啊。对，很怀念，我喜欢我阿公。哦，你这样叫何龙华，情何以堪？突然上来看直播，突然就变成阿公，对，你是搞妖。他突然上来看直播，没有，我怎么突然变成阿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其实衬衫可以穿到XL，对对，可以穿到XL。龙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龙华，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因为就很熟悉，有没有就会看到有没有？你说想要问上衣吗？我的上衣，你是说衬衫吗？我刚才。讲了哦，好哦，对，衬衫多少钱啊？好啦，衬衫109，
1030啊，衬衫是1030，然后车车 T 啊，有三个颜色，红、蓝、白。红蓝白，对，红蓝白三个颜色，三个颜色。然后这一台车啊，很可爱。它这个是故意就是这样子仿旧的感觉，然后看看白色。七一什么颜色哦？七一我觉得我们会推黑跟白。米恩，我们七一推灰跟白。然后前面这里就是一台车车，然后我觉得它是以前的那种比较复古一点的车车。七三、啊、七三。然后它的面料啊是扎实的棉，然后扎实的棉，然后是长袖，做长袖咯，对，然后颜色就是有红蓝白，来尺寸，来尺寸的话，它的胸宽60哦，衣长也是60，所以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对，而且它的棉是有弹性，很舒服的哦，线上加一只580元，580。好多现在550，现在580嘛，最小。对，然后线下是610哦，所以你们要多买董家。这个也可以包色哦。对，这个真的很好看。这个也是可以包色的价钱。我觉得它的车车就很像之前我们古早的福特，啊、很可爱耶。很像我之前我们家那一台车。对啊，这车是蓝色。对。有没有？我刚才看到这车就好像很复古的那种车车哈。国粹呢？然后以后我爸爸一阵子开这台车，专门去管阿你啊，到尾等下上古咯，也是上古啊。我咧堂哥上届，真的呀，下底啊，堂哥拢上届啊。你之前堂啊，嘿，小时候我超然后当我爸回家处理，我讲噗噗噗，然后堂哥在干嘛？我会乱我怎么吐，然后勇敢的来。然后古咯怎么办？佮叫人来拖车。对啊，就这样，就是要到阮兜啊，然后就是有叫人来拖我。哎，怎么样？印象多深刻啊！不错不错，有回忆耶。对，有回忆那台车对我真的不错。对，来三个颜色，好，可以穿到多大？可以穿到XL号哦，它的胸宽60，一长也是60。好，拍照。你对车车可以不清楚啊？我准备开车嘛。真的呢，就安尼啊。原来你这么该说明，不该免提点嘛。好。OK， 那我红色我要拍。阿哥。好，等一下。阿哥。我个红哥，丢一下可以。好 ，OK， 来，再来是外套，外套来了，这今天外套很好看，哎，面料啊，对，外套，来，再来外套，来，颜色有灰、杏、绿三个颜色，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口袋，这里有一个口袋，然后前面呢是做那种钉扣式的。然后它是算水洗布料哦，可是它还是算软的水洗布料。有看到这种，看到我看波度，它是算软的哦。哇，嫩嫩啊！算波度，波度，啊嘞，波度，水波纹。然后手袖呢，一样是做这种衬衫式的手袖，然后一样是跟前面一样是做钉扣。然后你要穿的时候呢，就稍微这样子反折一下，然后下面就这样子搭，里面就配一个随便的棉 T 就好，这样子就很好看。然后下摆呢是做那种不收边虚边，不收边，然后稍微这样子虚边，这个不是瑕疵哦。上次有个客人说这个是瑕疵，我差点昏倒，我差点真的立马在公司没办法立马，这好难解释哦。这个不是瑕疵哦，这是特殊处理过的，就是下摆它就是故意就是这样做那种虚虚边，这不是瑕疵哦，哇，这不是瑕疵。那个这上面一钱一口袋，上面挖沟。一口袋好，很好看。然后这边是没有口袋，对，前钉扣一口袋，外套对。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布标，他们家的 logo 布标，很好看。73吗？74，对，74。然后尺寸74，颜色有灰绿性。然后尺寸的话，这一件的胸宽67，衣长57哦，可以穿到 XL 以上，67都可以穿到 XL 以上。对，阿宇，你们身材很好，穿什么都好看。秀琴，你身材也很好啊。秀琴，你买哪？你好，问身材不是赶快吗？对啊，秀琴你也是那个 S 跟 M 号的人呢。对。对啊，我们都是穿一样尺寸，我们都穿一样尺寸呢。我们一起变漂亮好不好？变年轻。对，
秀清你俩韩弟阿梅啊，嘿啊，秀清你俩韩弟朋友啊，这会照相里面你最会穿衣服哎、欸嗯，真的，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卖衣服的都有点职业病，对不对？都会看人家，都会看人家穿什么衣服。然后你是你跟你那一群朋友有没有穿起来你衣服穿的最好看？就是会比较有年轻，对，比较年轻一点。对，我尴尬，对、啊，然后那那款我就是看你在 po 照片，我就哎、欸，嗯，好看呢、欸，真的，就跟我妈妈在穿衣服很像，真的有差，真的有差哦，好不好？跟着奇异果。买起来，加起来，动算，动算。你这件买不清楚哩。你要七二要带颜色，你要打七二蓝 F 加一。对，七二蓝 F 加一哦，七二蓝 F 加一。然后外套呢？外套来信，信。然后绿，信灰，新灰。新灰、啊，然后它的版型真的很好看啊，它的版型真的很好看，就是比较优，然后不好看的我们就放在就是旁边的，我们会扒开来。对啊，就是我们不会全部都拿来播，因为我们都其实来这边都会慢慢的挑选看，对，看我才会拿出来卖。对，这样子。请问你们体重多少？我们体重五十，五十，我们都是五十公斤，160公分，五十公斤、哦。对，然后。那这边粉丝比较多，可能会多个两公斤，就52公斤。哎、欸，可是我跟你说，我们这次都来吃火锅、欸，哎，好好吃啊、哦！然后真的很好吃，然后都有很顺利的排便。哎、欸，你看我们来多久了？我们来几年了？嗯、我们最近最我们这一次才有吃到火锅，上一次啊，有一次吃到，对、啊，然后惊艳哦。这次也不错，我觉得韩国的火锅也不输台湾嘞、欸，好吃，真的好吃，那个肉啊，要修那个肉，哦，韩牛哎、欸，回味、欸，而且那个牛吃下去，我第一次，他就跟我说，哎、欸，怎么有牛奶的味道啊？那个牛肉有牛奶的味道、欸，有牛奶的味道吗？真的，然后吃着，哎、欸，我真的有、欸，真的有，然后红哥用阿红就说他是那个油脂哦，对，油脂分泌出来的那个。比较有那个味道，然后就很香，对，就会比较香，超好吃。对啊，七十有分尺寸吗？七十有，七、哦、十有分 F 跟 L 号，七十有分 F 跟 L 号哦，有分 F， 然后是比较薄款的，比较薄款，所以夏天是穿得住的。是，鸡推，鸡推，鸡推显瘦牛仔裤，超鸡推，超鸡推啦，真的鸡推了，鸡推，不是鸡突哦，是鸡又歪了，又歪了，又歪了，对对对。来，灰色再让你们看一次，嗯，它是水洗灰，水洗灰，然后呢，水洗绿，水洗杏，这样子三个颜色给你们。然后我跟你说，三个颜色都好好看哦。对啊，真的。然后外套，这个就是算那种衬衫式的外套，如果你要扣起来，里面配背心，这样单穿也好看。然后里面配棉 T， 这样打开，这样子很有层次，这样子穿也好看，好不好？买这件线上只要1090哦，线下是1120，有没有便宜？你们说有？线上的果粉们。超便宜的，才1090，哎、欸，很有感吧？便不便宜？便宜，你们打上来好不好？不用我们自己那边自嗨。自嗨啊！我这里底下给你疯了哦，给你疯特别超爽。所以你们公你们都自己讲自己讲便宜。对啊，好啊，要让果粉让你们觉得我们有没有便宜来？老屁股们上来帮我们讲一下评论，评论评语，便不便宜？对啊，有没有便到你的心坎里？心坎里啊，有没有？有哦，心坎啊，有吧？那牛仔裤1090是要去倒买啦，真的。连我们卖裤子卖那么久了，1090这个价钱也很难出现。因为像我们之前卖哈口牛仔裤，正常就是1200，对，多嘛，1250、1280，没有在1090的，越卖越便宜。这我们真的越补越对啊。哦，现在不是通膨嘛，然后我们是通缩，哎，我们是，啊、我们是越便宜，人家是越来越胖，我们就越来越便宜，对啊，真的逆向操作啦，对，真的便宜嘞，啊，只有 Sakura 认为便宜啊，有便宜哦，小雨有，第二个人说便宜了，所以现在400多人只有两个人觉得便宜，后面，卡嘞嘞，你是拢假的吗？我这人是白，我这人是白，真的便宜啦，各位，相信我，嗯，相信我，好。你看阮党的迄个面嘛，知影足高义，伊嘛袂去黑白甲你算计少。国土国土说超便宜的，对对对，哎呦，有吼，哎、欸，这网络滑板几点？我唔知啊，我现在没加班啊。网络几点班咯？嗯，对。先生，那对，我甲到对啊，我甲叫叫，哎哎，无呀无呀，看你，看你边。好，后面。哎呦啊，这边啊，哦，这边再一点。今年的万
外套也很便宜，今年的裤子跟外套说真的真的很便宜，然后因为外套重量真的就是因为如果卖得多重量真的很重，所以那个运费要求真的很夸张，所以其实我们、嗯、你们不要觉得说哎、欸、我你们我大量你们赚很多你们怎么样，完全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不是你们想象那么好赚。对，因为那个运费是依照比例去算的，这样对，所以不是你们想象中哦，你们卖衣服哦，哎呦，你几件秋天的人讲哦，你每几件赚啥呢？没有，还少无？我每几件倒跳几件，倒跳吧，我是倒跳几件哦，跟之前以往卖衣服真的不一样，因为现在竞争很大，很多人很多人在卖衣服。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把衣服真的卖得很高价，嗯，低什么 DOOTA 那种超贵，多怕都是其他品质，对对对，那种那个衣服真的蛮贵的、哦、对啦、啊、因为你们去那边是零售啊、嗯、对啊是零售啊，那你们去那边是零售必美，比我七月去首尔看的便宜，对对对对啊，真的。啊、那你去你去的那栋，你们去是那个呢？是零售价呢？对，其实在这边的话你假设你只买一两件的话，其实都会算零售价。对啊，对，你要买大量的话，才算批发价。而且你那一两件，人家也不会卖你。而且那一件呢，像那种颜色啊，就要拿三件至五件，然后你颜色都要全拿，不能说你今天喜欢这一件，你要买这件是不可能的。对对对，基本上是那个手臂的话是十件以上的。对啊，就跟我们之前批发店一样啊。没错。然后碧美，你说你去的那一栋啊，也是碧美吗？对，是碧美。你去的那一栋，他们这里是在给观光客买的。对啊，所以真的很贵。那一栋真的贵，不过我们也很常去。搞完美了，我们真的也很常去。啊、然后它里面的衣服啊，我们几乎每个店家我们都有，对，真的我们都有，什么 Y 牌啦 ，YO， 对，对，都有，我们都有卖啦、啊，所以你不要去那边买，去那边买笨笨的，要加贵哦，要跟我们买，真的会被加贵，不怎样呀，怎样？贵不怎样？嗯，真的贵不怎样，你贵，你红贵起，你也不怎样，对。你要突然发现奇异果之后啊，你才知道说你很鬼气，恍然大悟啊！那边应该算有安心的，那边应该算 double 以上哦。对，他们价格应该是那个，其实我们是 double 以上。对面我那边果汁的对面一间，对啊对，你看哪一门强做鬼呢？而且他都卖歪牌的，对对对，他都卖歪牌，但是他的童装真的很好看，对，他进的童装真的很好看，这是。不，那个啥，毋庸置疑，毋庸置疑，对，毋庸置疑。我请问你，衬衫是71号，对，对。好，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算大学 T 嘛？对，好，大学 T， 来，大学 T 来了，对，颜色有灰、杏、绿、灰、杏、绿三个颜色。然后这个袖子就是大概是七八分袖，对，这个袖子就是七八分袖了哦。是，然后它一样是毛巾布，就是毛线，它是薄的。原来是薄诶，它是薄的，是薄的。然后它前面就很简单，很简约，就写着英文字母 A S L， 是吧 ？A S L， 它是 A S J J 啊，哦 A S J， 然后71，对，这些有没有71连次的请人吗？啊，你问70诶，对啊，那然后我觉得它这一件你们也可以买，因为它就是素素的，对，然后大概是八分袖，然后它是做那种不收边的。它是做那种不收边的，薄的哦，薄的。你们反正就是我们现在选的卖的，全部都是很适合我们台湾的天气穿。这个要再跟你们讲，是不要说觉得哎呦，这么高，我们厚的真的没有挑，我们厚的真的没有挑。然后他们家其实也都是以薄款为主。对，我觉得他很棒，是他会以台湾冷的天气下去设计衣服。对啊，对，对真的还蛮贴心的，很贴心，贴心，嗯。然后还有我这个灰色哦，来灰色的，然后它前面的英文字都好、哦、没有，是这两个颜色是配红色的英文字，对。然后阿莲身上的这个字是蓝色的英文字，蓝色的英文字，然后可以穿到 XL， 对，可以穿到 XL 号哦。然后来这件的胸宽是65，然后衣长63，是，来多少钱？线上只要760。啊，那好看看就好。这一版压没有夸张，哦，拜托，这个我们才是用我们一点点力气而已嘞，拜托哦，我的红红之力也没用，对吗？我们来这边有收敛的嘞，我们在台湾不是这样子的嘞，哦，压掉，压掉，没错，七百
60元。对，爱心项链会拍卖吗？这一条还有吗？我要问看看哎、欸，帮你们问看看好不好？这条一样都是同一家的，同一家跟我这一个是同一家的。他们家的项链我真价、啊，对，真心。可是我很怕你们给我弃标呢，因为它真的很贵，它真的很贵，所以我觉得新客不要买好。我们很害怕，我们真的很害怕。你丢掉一条，你刚才成本多高？你知道这一条我们会卖399，因为两个已经在 Q 不了呢。我哪 Q 你才弃标？我两个已经在破产。因为你知道吗？你们只要弃标，然后退回来，没有人买，我们两个又想说，要、啊、不然自己买好。对啊，我们都会这样、欸。对然后我们阿红也是，就是那个同那个男装，如果没有人买啊，要不然我自己穿好了。我们三个真的是哦，对了，我们就是捡你们不要的呢。这次会有男装吗？有有，嘿，我好避美，哦，不连单哦。粉丝来了，粉丝来了啦！单单单，不生气哦。粉丝啊，粉丝来了！今天我跟你讲，礼拜天，礼拜天你要等着男装，超便宜的，敬请期待。先帮他打破露一点点，因为他那件真的很便宜，对，对不对？对，打广告一下。对，打广告一下，我们礼拜天，我们礼拜天会去卖男装，然后是便宜的，便宜的，就是你们大家都可以接受，都可以买给先生的价钱，没错，对，来，掌握不同件哦，不同件。这个是几号啊？七推的这件，七推70，我这个72，对，72，啊，一样都有分 F 跟 L， 是，然后我这个比较厚一点点，然后面料，面料是比较扎实一点，然后这个是比较薄，对，然后颜色也不一样，这个是算比较蓝色，然后我这个是算比较刷黄色，比较秋天的布料，是 ，yes， OK， 好，然后上衣公料哈。我上次买的室友很喜欢啊，看到必备好，那就等着礼拜天，我们礼拜天会去卖男装哦。然后男孩 T 是几号？男孩 T 的话是五号。好，嗯嗯，69，还可以用 T 吗？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身上这一款呢、啊，它一样是那种薄款的毛巾布哦，很好穿，非常的亲肤，软软绵绵柔柔的。然后下摆呢，它一样有。分析那个72要重打72蓝 L 加一，72要带颜色跟尺寸，然后下摆一样有接螺纹，所以呢它就是会卡在你的屁股腰这里，这样子就一个大学 T 的感觉，何款，然后灰杏绿，灰杏绿 picture， 好，我想问你给老师呢 picture， this is teacher， 哎，拿过来，嗯，来，1、2、3Picture 红 ，Picture 红，对 ，Picture 红，谢谢碧美的支持哦。其实我们男装真的说真的，我们要老实说，没有很好卖，因为我们还在培养客群。可是，对，我们客人其实都是女生，所以说其实男装很难冲量。对，真的，所以我们男装真的是尬呗尬呗啊，也不常播，所以你们要珍惜。对对对，上次阿玲说这个是最后一次。没有，是因为我们在讨论说我们现在到底要走什么模式呢？到底要不要卖男装的童装？对，到底要不要卖男装的童装？童装我们也很想卖啊，可是因为童装的问题比较多，嗯，然后它的那个格式也比较多，就是比较复杂，建档麻烦的、啊。对啊，所以我们想说啊，没关系，我们自己去买就好了。对啊，童装我们就自己买。对啊，男孩 T 是线圈布吗？不是哦。棉，它是棉，它是棉的。安心，那个72你要重打哦，72你要带颜色跟尺寸哦。对，男孩 T 是这个，它是棉，就是这样子薄棉，薄棉。然后我们这种就是线圈布，就是毛巾布啦，毛巾布面料不港哦。对。好，来的话那个现在是两口袋吗？两手袋，这边哇呀。但是两款但是刚才那种对对对对了哈，来编号是76，嗯，阿宇身上是什么色？灰色，灰色，你说上衣吗？上衣是灰色，灰色哦，灰色。来编号来到76哦，颜色呢有黑、杏、绿，然后我穿的是黑色的，我穿的是黑色的，是纯黑，是那种架 OM 其中瀑布为 O， 然后它一样是那种比较薄，对哈、哦，对，他阿宇身上穿的是灰色哦。然后你看它里面就是像这种布料是薄的，很像那种纱布的感觉，是衬外面是那种纱衬衫棉，然后里面是这样网状的，有没有？很像那种布料是网状的。
因为我看我跟你讲，因为以前人家都穿，然后就薄薄的，很适合台湾的天气穿，很适合台湾天气穿。然后它一样就是有做稍微有点前短后长。我刚刚这种衬衫穿起来就是较有型。有没有？你看它背，你看它后面很好看，它有这 Q 边，有没有？它后面有 Q 边，它穿起来真的会比较有迄、那个迄、那个弧度，会比较有弧度。然后那个七五灰加一线加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很多日本人来哎。对呀、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饭店也遇到四个日本的女生来这边大买特买。好多日本人。哎，行李箱我的硬，底下气我。我那块那块行李箱我今天八个准。今天到底好几要五个呀？你知道之前哎，来来来，我帮你用，我帮你用。我帮你用，我帮你用，好不好？安尼。然后啊，这件衬衫呢、啊，总共有三个颜色哦，总共有三个颜色。这件衬衫总共有三个颜色，然后你看哦，它的布料就是像这一种，这个你们有买过啦，这种布料你们有买过，然后颜色呢就是有黑，然后这是看一下黑杏绿，黑杏绿这个是杏，可以看七十四吗？七十四的灰吗？七十四是什么？七十四今天吗？前扣一口袋外套，哦，前扣一口袋外套可以，七四的灰。水洗龟，七四的龟，何况，没何况我用 K 起来啊。我们现在从第一组到现在这一组都是也很推的，对对。然后颜色都是我们有挑过最好看的，来龟哦，七四的龟，嗯，来。然后我这一件呢、啊，它的版型很优哦，然后又很轻。今天的外套真的都很好看，真的。今天外套都很好看，然后你看后面。看到后面都有做这种夹抓，就是有那个那个上面啊，做一个皱褶，让它就是你侧面哦穿起来它会有个弧度，不是那种很平的感觉，不是很平的感觉哦。七十有弹性吗？七十是什么？七十是那个超级推哦，超级推，它要是没有弹性，可是它的腰围这边松紧带它是有做弹性的。然后我看一下啊，所以 KYLI 其实它是腰围有弹性，布料是没有弹性，可是它是有点到像老爷裤这样，看你穿什么尺寸哦。它有分 F 跟 L 号， F 跟 L 号，然后其实可以穿到 XL 吗？其实是哪件？其实这个是哦，外套可以，可以穿到 XL 哦 ，LIN 七十四可以穿到 XL 号哦，然后七十五的绿可以看一下吗？75，你怎么今天哦？七十一棉 T。棉T，对，其实我是那个英文七一棉T。哦，这里，对，来来来，这个绿七五的绿，七五的绿，清明，来，七五的绿，七五的绿，很辣，哇，他都影响我，没有，影响我，我。吊鼻子，我怎么了啊？七五的绿，七五的绿，对，七五的绿哦。七十四的尺寸，看一下哦。胸宽六七一长五七，胸宽六七一长五七。那我可以改七十可以改七二吗？可以啊，可以。你可以在线上直接打你要的，然后就之前那个就帮你删掉。对，七二是什么呀？七二那个。哦，七二可以，那你就帮我打七二带你要的尺寸，对，好不好？七二蓝 F 加一，七二蓝 L 加一，安尼。七四会重吗？七四会重吗？七四是什么？外套，今天吗？丁扣，不是，牛仔的那一件，萨库拉，这不会啊，不会重，正常的那种牛仔面料的。哦，拿一下。对。嗯，就正常，还可以，不会说真的很重，然后滚墙黑。我知道你跟我黑的意思。对，不会哦，不会。怎么搞对啊？怎么都在搞对啊？我就把我第一件外套。来来来，来编号是几号啊？我这件外套推哪一色？七十六。Sakura 说刚才那件其实是推哪一个颜色？大的话。
Sakura 难推、欸、，Sakura 真的难推，我觉得规律性都很好看哎、欸。怎么办？看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欸、，Sakura。我突然也选不出来嘞、欸，因为我觉得三次颜色都各、这个、色也好看各有千秋哎、欸。我觉得我刚才穿，我刚才看你看你穿这个色也好看，比较亮。我自己穿这两个颜色，我也觉得好看哎、欸。对、啊，如果看你里面的衣服的颜色，如果你紫色衣服比较多，紫色哦，紫色这个吧，是灰色，紫色你要搭灰色。对，如果紫色衣服比较多，搭灰色。紫色要搭灰色。S 号、嗯、S 号身材的人穿七二腰会很松吗？不会，不会啊，不会松、哦，不会松。不会松。七五六加一七五，推哪一款？加摄影师说哪一件推哪一款？对，因为现在有点灰，对，画不哎，画。假设你是说哪一款呢、啊？然后看几号？七是刚才那个牛仔的那个吗？还是外套？你是说外套吗？然后我这一件是还要几号啊？哦，对啊，我搞错了，两口袋吗？对，两口袋吗？哦，来线上是1200，线上1200，然后它的胸宽的话是65，衣长57，一样，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哦。一样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线上1200，线下是1230哦。对，真的很便宜，然后它的布料是真的很好，你们它布料是舒服的，然后是轻的，它完全是没有重量的，完全没有很，就是大家你也发胸挡我，你就不想要去穿它。可是像这种面料的衬衫，就是像凉凉的天气穿，你就可以这样子泡着。你这样，你哪用纱布？纱布为面料，对啊，纱布为面料、嗯，真的很好穿。阿云，你穿灰跟阿玲的身上黑比较一下。我穿灰，今天还灰吗？啊，我穿黑公今天。哎呦哇，这么的。你说七四的灰吗？真的没有。真的呀。你是说七四的灰？阿玲的身上有黑，这个穿绿，阿玲吗？比较吗？对，阿玲穿绿吗？好，这样子。我喜欢呢，灰跟这件呢。这版型不一样，然后口袋我这个是一个口袋，哦、我两 个口袋，然后面料嘛不高，我这起算牛仔哦，哦然后是纱布，纱布棉嘞，纱布棉，纱布棉的情感，面料不高，啊青海的感觉嘛不啥感，然后下摆嘛这不高，这下摆是做这种虚虚的，对啊，比较帅气啊，对，这个是比较帅气，帅气就比较文青的感觉，对对，版型面料都不一样，样毛都不一样，所以Sakura我刚刚。如果你有点这些，你要紫色的东西比较多，我刚刚没有点这些。这灰好看，其实它是很耐看的颜色。那我先拍，我等一下换绿。好。我刚刚看到一件嘞。对啊。好，安尼喂。我是准备穿起来。穿起来。你要准备穿起来，好累哦，真。对。好累哦，真的，我真的很累，怎么你们穿起来？然后又怕我的尿道炎又复发，就赶快给你淋茶，有无？会。对啊，然后他们那个齐总跟阿元都肯定给我们准备放料。对啊。哦，后面，我这边等你。然后我穿杏色，去喝水。对，杏色哦，杏色。我们就要买蔓越莓的啦，蔓越莓定的啊，买那个来泡，对不对？不是那个香云啊，他有穿那个，他在虾皮买的那个蔓越莓棉定，蔓越莓定。对，他说我们女生真的需要吃那个啊。欸、有一次我那个就是感染啊，然后啊，那个妇产科医师也叫我去吃一个什么很像益生菌的东西，嗯，那很贵嘞、欸。对，超贵、欸。他们推荐的那个益生菌都蛮贵的。不死啊！我好给他我去那个什么幼稚园不是也是吗？对啊。是那个什么？那是益生菌吗？好像过敏的，过敏的过敏的益生菌。我觉得益生菌有分很多种，它有抗过敏的，抗尿尿的、啊，都有。还是那个水很深啊？不是，我觉得你。真的，你要顾身体也要有本钱哎、欸，对啊，真的来的，还要有钱哎、欸，什么鱼油啊，嗯，你没有钱是没有办法顾身体，对啊，因为那个什么健康食品啊，一些益生菌啊，对，泌尿道的益生菌，它多少钱啊？我忘记，反正就是还蛮贵的。我记得那时候，我想说，我靠，现在这个东西都那么不便宜哦，因为它那个就是私底，就是什么黑客生物保养啊，黑皮健保给付，所以那个都很贵。来，绿色的。绿色的，谁呢？谁要看绿色的呢？绿色，好贵，超贵，对，真的很贵。
黑 Y 来哦，这边绿色的，我穿绿色的，然后配刚才里面是杏色的，我觉得搭这样子也很好看。对，搭这样也很好看，这些节 set 的刚刚。对，对啊，穿杏色，杏色，然后里面我去配了一个白色。对，或是你们有没有认识在卖那种泌尿道的益生菌的？可以推荐我们一下，可以买便宜一点的，买不符号阿卡秀。对啊，够人咧白泌益泌泌尿科的益生菌。我要变睡眠行家呢。对不对？真的啦，当我其他的贼花价，对，是蔓越莓饼。对对对，朵朵那个香云他有推荐我吃蔓越莓饼。我看一下你。哦，对对对，也是。哎，我绿色啊，拍一下拍。绿色有拍了吗？哎，没有吧？看一下，吃蔓越莓饼就好了。好哦，我等我回国的时候，等我回国的时候，我再去虾皮买那个蔓越莓饼。等过去，好。外交啊，我这位讲，因为我觉得你只要有尿道炎过，它复发的几率真的很高啦，就是很高。对啊，嗯，好，来，再来是我的裤子，来，这件裤子它很时髦，它旁边呢有拼接了一条，有没有很像有点运动风的感觉？可是呢，实际上它是牛仔裤，可是你看到它的柔软度，它是算软的哦，软的牛仔裤面料哦，软的。软的，可是我觉得很适合台湾，因为它不会厚，然后也不是很薄的那一种，这种面料是非常适合台湾。然后呢，尺寸怎么拿？一样是分 F 跟 L 号，分 F 跟 L 号。我现在穿的是 F 号，后面一样有松紧带，后面一样有松紧带。然后旁边呢，它就是有侧一条这样子，一样是牛仔面料，只是说它是选了一个比较浅色的牛仔面料来做拼接。来做拼接，然后你这样侧面看它就是有点很像运动风的感觉，它前面就是这样子竖竖的，然后侧面很好看，然后后面是这样，有两个口袋，后面也有两个口袋，两个口袋。然后那个牛仔啊是算软牛仔哦，软牛仔超级好穿。然后呢是一个直筒宽裤，算是一件直筒宽裤，好不好？来，尺寸。它有分 F 跟 L， 然后 F 的话，腰围32到46，臀围59，大腿33，裤长93 ，L 的话，好了好了，我量一下，真的，我量一下，好，你量一下，这次裤子很好看，很骚，对不对？格瑞斯，我跟你讲，我选择障碍呢，可是真的都太好看了，没有播给你们看，我们心里过意不去。真的过意不去，如果说平常就真的要保养，我觉得哈、哦、年纪到了真的好可怕哦。以前哈、哦、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在理我妈还有我阿妈讲的话，现在真的体会到了，身体真的有在走下滑，很有感呢，真的。我这裤子好好穿哦。对，好短的。然后的话腰围34到49，对。然后臀围61，大腿34，长度94。对。然后尺寸就是跟我们刚刚前面的那个拿法一样，如果你是 S 跟 M 号的人，就是拿 F 号；你是 L 大 L 的人，就拿 L 号。我觉得这件 XL 应该也可以穿那个哦。XL 尺寸，你再念给我一下。然后的话是臀围34到49，然后臀围61，臀围六一。那XL的你斟酌一下好不好？你要斟酌一下XL的，我觉得 L 号应该穿起来可以，然后合身好不好？你就斟酌一下。内裤要常丢，不别穿太久。有，我们很常换，不可以憋尿，真的。所以有啊，香芋。嗯，我刚刚香芋本来一款，我觉得也还不错哎。对，好，来，没有很贵，就是普通你保养的时候，对，它假的 key， 你保养也要你吃得起啊。你吃不起，一千几块。哎，有时候你保养你是要长期，如果你那么贵，你要长期吃。那你生活都不用过了，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就是自己的那个什么斟酌一下，荷包也要那个可以的。可以看一下今天哈口的老板穿搭是什么吗？可以啊，老板，那我给你们招对了。老板，哦好，等他来我再叫他出来给你看看，好吗？好不好？你现在想要看那个哈口的老板娘哦？澳洲的不贵，对啊，下面我有看了，好像300多。那个 Rachel 就是77，你要带颜色跟尺寸哦。Rachel 77蓝 L 加一。是，对，这样子来，它是算那个直筒宽裤哦，直筒宽裤，
跟刚刚我们前面对，跟刚刚我们前面穿的那几款的版型完全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是 Hapo 他们家新的版型，他们以前也没有这种裤子哎、欸。对，有没有？他们以前真的也没有是像这种裤子。然后侧面是这样，这个还蛮有设计感的。来，多少钱？来，线上只要1090，一样都是1090。1090俱乐部。这样1090怎样？牛仔裤啊，就是1090。真的吗？1090哎，好便宜哦。你跟他，哦，跟他的身材很像，好，我等一下我叫他的老板娘。啊，哦，你，啊，可是你今天是穿。美娟七二，你要带带颜色跟尺寸哦，你要重打七二蓝 F 加一。美娟帮我重打七二蓝 F 加一。Let's say hello. Ok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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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记了吗？记了，记了。他说记了。感谢你。感谢变色了，变色了，变色。感谢你的爱。哦，那个有订这件裤子的人啊。哦。快收到了，快收到了，真的很拍谁？因为哈，老板娘记错件啊，记错件，所以呢，他有帮我们补记的哦。对。有帮我们补寄了，这一件你们很快就收到，他已经帮我们寄了。喜欢他了，喜欢他，很可爱，真的很可爱。一心他的脸就是很讨喜，对，很可爱，很可爱。他笑起来都爱那勾嘴勾嘴眼的，对，好，帮我拍照。后面。哦，你进去吗？啊，没有啊，没有啊。好，七件裤子矮个子适合吗？适合啊，就缓折起来，你就缓折就好啊。那可以尿软吗？软，面料软，软，小雨软折，有没有这样缓折就好？缓折啦，缓折可爱，缓折也可以，是，就看你个人的喜好。有一些人不习惯反折，对啊，有的人想要就是这样子，有没有那种休闲感的感觉，就先这样子反折起来也是勾追看你啊。我觉得像这种裤子里就是反折又是另外一种味道，然后放下来直筒裤的感觉又是另外一种味道，好不好？然后 Hako 他们其实很少会穿像这样子的直筒裤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买一件然后试试看。然后它的面料真的是软的，有看到吗？它软，柔软度，对，没有，它柔软度很舒服，相信我，它真的好好穿。然后他们的裤子特色就是后面都会做松紧带，所以你要去吃那种什么吃到饱的完全没有问题。对，这边的你的小腹啊都会很舒服，好不好？都会很舒服。对，然后七七跟阿里那一款一样薄吗？一样哦，一样，外面很一样的。哪里？你看嘿。一样，那个一样。美人跟美娟，你们要带颜色哦，七七要带颜色跟尺寸哦。对，要带颜色跟尺寸哦。一样薄 ，L 加一，七七蓝 ，F 加一，一样薄。对，薄款的，想要这种破薄，没有喜爱轻卖呀，没有弹性，它布料没有弹性，可是它的腰围是有弹性的，它的腰围是有弹性的。可是这个它的臀啊、大腿啊做的，它的宽度是够的，所以不用再有弹性了，对啊、不用再有弹性了。哦，后面是这样，很好穿，相信我。OK， 拍了，拍了，好，我那个提示你玩。来，编号来到了我这件背心，是他们家的新款，然后觉得它的颜色绿色好好看，它绿色有点像那种莫兰底的绿，莫兰底的绿色。然后呢，它这件背心总共有黑绿两个颜色。阿宇看一下背后面。裤子后面，来，背面是这样，一样就是这边有两个口袋，然后它的口袋上面这边有车，加一个锁，就是它的口袋还来发油啦。好啦，安尼好，无代志，落去，越来越喜欢无。对，来哦，编号来到了，背心是几号？七八。七八五十六，对，七八，我的五十六，八五十六吗？七八，不是啊，七八那是五十六，七八六十，七八五十六啊？耶，呜呼，七八五十六，耶，
啊，八七耶，八七一样五十套，七八跟七八跟七八跟八七不是一样吗？那考我考他，哦，考他，那考哪一点的啊？啊，哪一点的？你出啊？一零二乘以二四五，我看一样啦。你是你讲漫画吗？我较会晓咧。漫画是什么啊？漫画就是你是咧讲空气话哦。漫画来编他来到了，你说几号？78。编到78。晚上好，今天有饭局，今天没有。所以你已经说你现在才上线哦，已经。没关系的，欢迎光临哦，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叮咚，卡通。卡通什么意思？漫画哦，漫画就是卡通的意思。嗯、阿哥呢？对啊，你讲漫画。我讲我他妈怎么在画漫画？对啊，对吧？小雨，你知道漫画是什么意思？知道。对，你知道什么意思？超强。我们的台语还不错吧？我们的年纪应该比较相近吧？同年代的，同年代。对啊，来哦，这件呢、啊，总共有两个颜色，有绿跟。黑，然后一样是毛圈的，一样里面是毛圈的布料，然后它是不会刺的，它是薄款的毛圈布料，然后下面是做那种收不卷边，有没有？它做这种不卷边的感觉，一样他们有车他们家的布标在这边，然后颜色很好看，颜色很好看，颜色有两个颜色，绿色跟黑色，黑色的，黑色的，黑色的，古贝壳，黑色的，古力。对，古雷克，对，两个颜色，没有选色障碍吧？我跟你说，这个尺寸很大啊，它可以穿到二三也都没问题啊。可以，对啊，这个都可以穿到蛮大件的。好，来我念一下啊，尺寸，哎咻！现在跟身上面会啊，就那个身边下裤那个连帽背心，嗯，干嘛？770啊？你量了吗？你量吗？下裤标，对啊，下裤标。哇，这件要包色呢。这件我要买，我想买绿色。可以，我觉得好好看，黑色也很好，我觉得黑色也好好看。等一下，你不是算错了？没有，算了。我是怕那个。还是你问一下，我再问一下。你问一下，我觉得这件怎么可能这个价钱？对。哦，那这件还供电哈？嗯。呀，没错哦，便宜。这件要包色的，包加一。雷小铁来了，我雷小铁开一种计程车。对，我表哥，我表哥，表哥好，表哥，我准备介绍那个他的姑姑，姑姑给你认识，可以。我姑姑不找你看，我等下先没代志。等，私下聊。表哥啊。不用，干嘛？不用表情要管理，没有，我觉得管理一下，管理一下太好了，他好像，哎，对，太好了，他学历比较高啦，对，学历比较高，什么意思？文编学历比较高哈，他的想法比较高一点，想法，对，哇，什么想法？伊咧去开大卡车嘞，伊在考那个大卡车，对不对？你好棒哦，可以，我就甲讲，你若扣掉我，你还载我全家，就是。可以，员工不是员工，那个家族旅也可以叫我们去员工旅游啊。可以啊，只说没有车啊。大卡车哦。租啊，好像可以租。对，租的什么？游览车那种。对，游览车，对，游览车可以用租的。可以。今天包色，包起来。770，不够好没？来，这件胸宽71，然后呢，一长是60。这一件一定要包色，这一件一定要包色。然后像这种背心呢，你里面就是可以配我们刚才的那一件。今天啊，就是竖T啦，或是条纹T，还没开，刚考到而已，就很厉害。你还没开，刚考到，真的很强。有考到就很强了。然后啊，我说你这样以后还可以开连接车，可以往上一层楼，然后再去考连接车。然后连接车呢，还有什么车？火车。要不然就飞机了。可是他年纪呢，没有办法考飞机。我先生也是。他有说，如果我们再生第三个的话。我就要去开飞机了，可是他年纪不行啊，开玩笑的，一定是不行的啊。可是开飞机他有限年龄。如果开飞机的话，你就是给机师养，机师养，坐那个飞机都不用钱呢，没有员工价，在做什么梦啊？给我醒一下好不好？这白日梦。机师养哎，反正哎呀妈嘞，哎呀，没喜欢做什么白日梦呀？不好啦，我去考太空梭。好，没问题。我还不知道有太空梭这种东西耶，太空梭有分年纪吗？太
空说有说你是吗？对嘞，哦，差点有哎。对啊，还能飞飞机啊？有钱可以去做做看，可能把我们公司卖掉也受不了。一点，那个很贵，他做了之后一亿耶，一亿耶！我那个真的很烧钱。因为好，蓝黑色哦。对，这个它其实还算蛮大件的，这个都可以穿到 XL 都还可以。因为呢，它的面料是这种毛巾布，然后有弹性，有没有？它的弹性超好的，弹性超级好。我跟你说，这一件可以穿到 XL， 可以，因为它的胸其实它其实是没有胸。没有，它其实是没有胸，因为它就是脸秀下来。你搞大啊！对啊，你胸在大吗？你胸在这边，你胸会在这边吗？对啊，所以它是没有胸宽的线。770耶，夸张哦！各位朋友，我还在睡觉哦。你们都没有人喜欢吗？各位朋友，这件很好看呢。对，而且才770，不是7700耶。这个标灵魂，啊、真的然后有帽子，而且它帽子是轻的哦，它帽子很轻，它不会一直往后掉，它的帽子很轻，然后颜色就是黑跟绿，黑跟绿都很好看，黑跟颜色都超好看，真的很好看，没有地雷色，对啊，没有地雷色，好啦，那我们拍照喽，拍照拍照，踢球，公开串，哇，我刚好被烧瞎皮啊，我们剩大概一二三，我们剩三款而已哦，对，一二。来，后面我们剩三款而已，哎，没卖呢。对啊，全部带，刚给我带嘛，还没用哎。我们带一个 Q 的嘞 ，Q 的礼拜六我们会放电直播哎。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会去剪那个，剪那个礼拜六的精选款。那件几套？车车是几套？卖掉。我配的是这一件，哎，73的话，帮我打73白加一，73白加一，是的，可以这样子搭配。然后这个是绿色的，有点木蓝底绿的颜色，阿峰来。一二三，印象我一下，印象我好。一二三，好。OK， 然后我的裤子，我的裤子呢有三个颜色，裤子这一组很挺。这一件裤子很挺，我穿的是，你看我穿的是灰色，已经叫做挺。然后它的红色，现在让我们看颜色，它这个红色也很漂亮，是有点那种比较暗红色，它不是那种很亮红的，有点红橘，哎，有点带橘色的红色，有点带橘的红。它颜色也很漂亮，然后重点它很挺，它的版型很挺，然后重点来，它的口袋是这种正方形的，有点长方形，哎。它有点像长方形，然后这样子，啊呢，孙丽米有弹性哦，我给我干嘛呀？有弹性，它的这种衬衫棉布料都是有弹性的。请问怎么结单？那个是可以咨询小帮手哦，可以咨询小帮手，小帮手会教你们怎么结单，是好不好？然后变换的绿色，对，它绿色的裤子，绿色的，它版型真的很挺。它版型真的很挺哦，哦，你看轻点，怎样呢？对，它还挺挺的。对啊，对。你别那捞捞的，不会，完全我也没有毛病哎。很简单啊，就是点那个这个蓝色按钮，了解详情这个按钮，然后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购物车，然后你确认商品没问题之后就可以结单了。对，你就是选择那个什么货到付款啊，然后汇款都可以这样子。嘉穗，你妹在开连结车，紧张。你好，阿文，你要赶快。我先生也开连接车哎、欸，可是你妹比较强哎、欸，是女生哎、欸。哦，女生不简单哎、欸。对啊，这个不简单哎、欸。哇哇，好厉害啊！哇，她是个选项咖吗？不是，不像，它是绿、欸，真的就是绿，它是绿，军绿，军绿色。对，真的是绿色。对，有哎、欸，镜头上有点咔咔的。卡卡的，镜头上这有点卡卡的，真的，有一点，可能是有色差啦，对不对？有一点色差。这个绿很好看，黑色是水洗黑，哎，不是，它是灰，它是灰。SU 这件是灰，嗯，这件是灰色，深灰，深灰色，深灰，墨色，深灰。我太猛，太猛了，女生开链接真的很猛哦，真的是。赞诶！我都会跟我先生开玩笑说，我无头路，我好来开连接车。那我阿公，你卖脑啊！三宝，对，三宝嘛。所以都可以用我惊死吧！啊，我讲卖个贵啊，好啊好啊，我无来讲。啊，你卖吧。对，真的会变安尼有啊？真的。来哦，我身上这一件它是灰色，是深灰色，然后它的袋子是黑色的，它这个袋子是黑色。我跟你讲，这一件裤子真的很挺。真的很挺，然后呢，它就是很舒服，它的版型真的很舒服，然后一穿起来就是挺挺的，
有没有？它就是不会这样子软软的那种感觉，它是挺布哦。这女生好帅 ，SU 真的，嗯，真的，我觉得开连结车女生真的很帅，强哎、欸。对啊，怎么那么厉害呀、啊？如果开那个什么大牌的那种车就很强了，好不好？开连结车对，连更强，因为后面是有包括在一部，对不对？嗯，就是它那个车子。就是你开左边，它后面车子是会往右边；你开右边，它后面车子是会往左边。那个开车的跟一般那种开车的方向感是不一样哦。对，裤子可以看到 XL 吗？来，我练一下尺寸啊、哦。来，这件裤子是方形口袋这个哈、哦。对，来线上只要1030哦，线下是1060。1030。尽量掉吧。真假？方口袋掉。你没变啊？你什么变啊？干嘛呢？对，来、这一件的腰围是33-55，可以穿到 XL。腰围啊，臀围是60，大腿31，裤长90，可以穿到 XL 号。这套衣服看起来很休闲又舒服呢。真的，哦，你也很会形容哦。来啊，你把来个啥？啊，刮卡位。哎，你也来卖赶车位。对呀、啊，文婉，你怎么那么晚？跟刚才一进一样啊，一进刚才去吃饭、啊。没关系。对啊，那发型真的好好看哦。我们这个都是有回放可以加。怎么加？来，裤子编号呢？79吗？79。对，79。79，带颜色加一。79红，79灰，79绿加一。对，然后它的红色是这种红。这样，它的红色就是比较亮一点。如果你们想要亮色的话，跳脱以往不一样的颜色，你们可以加这个，加这个颜色。可是我是比较喜欢灰跟绿，比较喜欢灰色跟绿色这两个颜色。然后版型呢、啊，很挺。好，好。然后呢，你看它的这个有没有？这个腰围它是舒服的，是舒服的哦，好不好？是舒服的。真的好好穿哦，真的很好穿。他们家裤子真的没有毛病哎、欸啊，每一件都很好。到底要挑哪一件、啊？每一件都很好穿，真的。不要买了，每次都会买一套犒赏自己。你有哪次不买？每一次来真的都买。你看我这次买了，哎、欸，我想起来嘛，这款包还10000多呢。对啊，我只要开了料呢。没关系，我们开心就好。我改它背干好啦，背干已经扣一半去啊，扣一半去啊。对啊，已经扣一半走了。这个是有一半的钱已经背走了，来绿色给你们看，一半就，然后就哎、欸，你这你要不要？你这飞去哪里？对，还要飞到韩国吗？飞到韩国人的口袋里面啊，对不对？来绿色给你们看，绿色哎、欸，这个绿色也好看哦，绿色也很好看，它版型真的完全没有毛病哎、欸，非常的顺。背心有啊，背心有黑色的，有对，背心有黑色的哦。对，然后呢？你们是每一家都会买？对，相遇。播几家就买几家，对，因为我们是喜欢才会去播他们家的衣服啊，对不 对, 对，衣服怎么加来，衣服是78，对不对？78黑，78绿，红可以穿一下吗？可以，可以，没关系哦，先买一下穿。好好，然后绿色是这样哦，绿色是这样，这样看是真的有一点绿咖绿咖哎、欸，绿咖绿咖的颜色，可以穿到 XL 哦，可以穿到 XL 哦。OK， 往前面一点。OK， 哎、欸，这版型很好看，这就是奇异果的裤子啊。对啊，我们很常卖，很常卖像这样子的裤版。你在干嘛？看一下你拍的裤子如何。拜托，拍照还要你教吗？我上吃到柠檬，踩到柠檬了吗？哦，真的是误。那种那种那种妓女有没有？对，对，哎呦，上次我都没啊，你拍照给你求。对啊，哎呦喂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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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他从后面打我嘞，好紧，你好紧，干嘛？说什么？没有，因为好看的衣服做真的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像。我们台湾的秋天一定要买韩国秋装，因为他们来就是会很厚，所以我们只要来直播来卖衣服的话，我们自己都会添购自己的衣服。我们最喜欢买这时候出的衣服，因为这时候出的衣服是最适合台湾。对，对，真的，我们这时候秋天的衣服，我们都会买最凶，非常凶啊！真的，来红色，没有评估，都凶啦，都凶。你个人来的时候也是凶，
个人啊？怎么了？啊？就是个人的时候冷更凶啊，更冷的、啊。更冷啊！啊，不要夸张。天气冷是什么意思？哦，他就听到我个人。对，你也听错对不对？你也听错嘛，对不对？个人，你也听错嘛，对不对？个人，个人来，刚个人来，个人来更凶，想个人说开始乱买狂买了。我想我给我公安的，我想说奇怪，怎么了吗？对，为什么个人来买就都怎么了？红色，红色也好看，因为它的红是、哦、它红是水洗红，它不是亮红，不是艳红。那、啊、你的浴衣还可以配什么的内搭？就。黑色，黑色内搭，对，可以搭黑色，或是条纹的内搭都可以。有小美配黑色配条纹都可以搭配。红色超好，哎、欸，红色真的不错哈、哦。对啊，就很像，哦，就很像之前跟他去大阪，他不是，我们不是跟姑姑有去大阪，面子上前脚后退一个，啊，一个路，哈哈哈哈哈，好像哦，我有那个时候的照片，我看一下。你不要。我先看一下。那橘色的我记得吗？那橘色的裤子。你好烦哦、喔！对对对，不要求鞋呀！我有那张照片。今晚有内搭吗？笑到好热哦、喔！我笑到好热，热死你娃的牙！哎、欸，大家这样比较清爽，有没有？台湾就穿这样就好了。台湾穿这样就很舒服。今天没有内搭，对不对？没有啊。因为他卖过了，之前卖过了。嗯，他内搭没有出新的，之前有卖过了。哎，帮我拍一下红色。好。哎，这样搭其实不错哦。对。后面。红宝蓝好。好看。我这边先来水照片一下。要忙吗？等一下。对啊。嗯。等一下、哦。好。这样搭其实很好看，很清爽哎。不要害怕红色裤子，因为它这个红是 OK 的，它不是奇怪的红，它不是鲜红，不是亮红。它这个是水洗红，好不好？它这个面料是有水洗过的，所以它就是有点这样子，有点这样子灰灰红红的，灰灰红红又是水洗红，好不好？然后口袋很好看，它口袋是做这种方形口袋，然后后面呢一样哦，有两个口袋，这样有两个口袋，哪里？你还真的有？哎呀哎呀哎呀，是啊，我就觉得好眼熟，一直勾起我那个回忆。就这样，你好高腰啊、哦！你看有没有以前那个齐董啊？你看我们去那个大阪，你有看到吗？然后他也是穿那个颜色的，所以你看这不会退流行啊！哎、欸，这几年了，我看这几年了，他应该有那个时间标记，这个、照片的，2013，二零一三年呢、欸？九月十四，九月十啊，就是九月十一年前。哎呀，我靠，齐董你以前是怎么了？十一年前。他公司启动以前，桃木结那个趴，对，就会染头发，然后会烫头发，会叫时髦的感觉。哦，哎，启动，你要不要先买一件这个给你未来的老婆穿啊？有没有啦？哎呦呀！先找人好吗？哦，先找人，对，先找人。找人啊，现在没有人啊，现在没有人。有谁讲话、啊？我都没有看到留言，我看一下。好，怎么那么好笑、啊？笑死你！哎呦，我笑死！哎、欸，你还找得到哦？找得到、啊！我靠！你不要逼我！你不要拿我的照片出来，跟现在差很多。啊！要肿一点，要肿一点。从来没有跳过红色，真的真的，雾感红。对对，哎、欸，你堂弟假，好可怕！我两个差几回哎，六九哎。堂哥，你要不要来卖衣服啊？雾感红，新送哎。特别开了这。要卖衣服了，真的，我叫做 Cam 姐查甫哎，真的，我们真的是真的有要了，真的有要请男生哎、欸，对啊請得到，我觉得我哥不错啦，对啊，他就是要送货有没有？他会开车，他有计程车，对，他还有大卡车，我们这样可以省运费，对啊，这样可以省运费，我也想想好远哦，这样运费应该省蛮多的吧？对啊、，SU 怕红色不知道怎么搭，来就这样搭，搭黑色都可以，对，就这样搭白。白黑都可以搭，白黑都可以搭。谢谢宜君。阿宇什么都法可以驾驭？哦哟呀，自己无忧自己耶，宜君。你卡起来，你是搁打着雷波吗？雷波搁别卡。有。哎呦喂！哎呦喂呀！有个标签。有标真的有标签哦。对啊。你把公司的标签贴回来啊、哎。好像是哎、欸。好像是嘞、欸。先变妈妈，再变堂弟，什么意思？你问咋个？
五爷中 FB，、啊、然后他的同学就看到那个他的被传教的朋友说，哎，你妈哦，因为你讲风格啊，伊拢会你迄种橘色呀、啊，你红色，你紫色，所以可能看起来就比较像女生。真的，你有那么你那么时髦哦？因为他都被很多人认为他是女生，真的、哦。对，因为可能脸比较秀气，对不对？对啊，啊就 N 导嘛 ，N 导秀气。而且表哥玩导哎，我跟你讲，表哥爱被传播。然后就是这个雷小姐，有兴趣的可以加她一下。雷小姐，有对雷小姐啊，我先，我听成雷小姐。哎、欸，我心目中有一个人选想要介绍给你，哎，嗯，对啊，可是在节目上现在不好讲，对，不好讲，对，就是要帮你介绍一下那个对象，对象好不好？因为我表哥他69年是普通的，然后他现在是开计程车，然后今天去考试考那个大卡车，哦、太厉害了。所以我跟你说，我表哥真的像那个黑哥怎么样？真的前途一片光明，就是还蛮上进的，很上进。绩优股啊，真的，我表哥长得还蛮帅的，很像牛奶，很像 Energy 的牛奶。你跟我喝多少牛奶？牛奶？Energy， 你们知道 Energy 吗？你在说标准哎、欸？我说，他已经疲乏了，我的舌头疲乏。就是我表哥长得很像 Energy 的牛奶的牛奶，对 Energy 团体里面的那个牛奶，你知道是谁吗？跳。那边黑色星期五，一定是76号哦，七六七六，我有空了，你看一下。对，编号76哦，一季76。好了，再来是我的外套来，外套有三个颜色，黑，细粉，三个颜色，黑、杏、粉，这个是他们的最新款式，是的，昨天才刚上架而已。对，小腾腾腾腾小。对，然后它的口袋很特别哦，它的口袋是做这种立体的，有看到它侧面吗？它是做立体的，直立式口袋，旁边这样子是立体的口袋，前面呢是整个这样子前扣式的，整个是前扣式，然后呢它是两层的哦，有没有看到两层的出来的？里面呢，这个是棉，然后外面再配一个衬衫棉，然后两个直立式口袋，然后颜色呢有黑，然后绿，不是，好，这么杏，这么啊，杏有九，这样子三个颜色很好看，这件好看。这家有破裤可以买吗？破裤，但是没有破裤，没有破裤，对。你是寒人到啊，搁穿破裤会寒嘞。工衣加外套嘛，可以嘛，可以，可以配红裤，对不对？可以这样子搭，是，有没有这样子搭就很 OK， 不要害怕红裤，好不好？不要害怕，卖家齐董就穿了，对呀、啊，你们也要跟着齐董。2013年齐董就穿红色裤子了嘞啊，真的、哦，所以我跟你说，红色是不会退流行的，对，对啊、而且这个版型真的非常的优。好顺哦，真的极优服啊，这个裤子真的要买，真的我现在在介绍外套的宅一定给我你暗笑的吸引器我的宝宝哇这是老人问的红气你们裤子几号你说啥啥你说你看来口裤子几号你们可以往前的79张端裤子79颜色有红灰绿对然后我的外套啊来这个我现在穿的是黑色吗对立体什么外套口袋立体什么外套的、对不对啊这样好来尺寸来胸宽62然后衣长61那裤子真的很百搭 对啊有没有雷小姐啊那个雷小姐哎、欸，这可以穿到 3L 外套可以穿到 3L 哦，然后是两层哦。对，这个金价是也小呀哦，被贵风啊哦，因为它是冷展，也是冷展，好不好？然后呢，它这里啊还有红色的装饰线，有红色的装饰线。然后我现在穿的是黑色，然后它扣起来就是一个圆领，然后它的领子啊、袖口啊、下摆呀、啊、都有接螺纹，然后有三个颜色，穿得很前卫。哎、欸，我怎么没看到啊？好、欸，这边咬字，咬字，吃字啊，没有啊，这里哦 ，S U 说超前问，对啊，齐对，齐总见解够清楚，怪紫色的口嘞，有吗？有，紫色的照片吗？有。你以前是红橙黄绿蓝靛紫的色不是，是因为齐总是他有点颜色，这可能就是色吗？他有点色吗？哎、欸，要不然你看这颜色是什么色？红啊。哎、欸，我是绿弱。绿对，色盲是绿弱的样子。啊，色绿绿
那没有两条路啊，就是两个放一起比的话就会那个会这样会啊，这样就还好了，对吧？对啊，那没有啊，你正常啊。那我没有的，就是那个图片那个不是要看那个什么数字，对，那个对，这个就是有些我看不出来哦。美苏，那我要买白色那件外套，我睡觉还梦到那件外套。白色外套，真的，那表示那表示你真的很喜欢，对，要买，表示你真的很喜欢，就是要买了，不要让自己那边色盲跟你绑，对不对？每件外套没多少钱，那件几号啊？这叫梦寐以求的。对呀，梦寐以求的外套啊。对啊，就很喜欢啊。对，那你可以加哦，就是我们结单是在礼拜一啊，我们同一结单时间是到礼拜一。你可以去那个影片底下面讲。对对对，好，帮我。尺寸加钱，好，来，他的胸宽62哦，衣长61，来线上价只要1340，颜色有黑粉性，颜色有黑粉性哦，来线上1340，真的超便宜的，秀啦，我大龙哥秀啊，然后手袖又够长，对，手袖又够长，然后我很喜欢这种袖子，就是有接螺纹的，因为有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它才会这样拉起来，有没有会卡在这里？对啊，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方便。79是那个玻璃凤凤为什么你们的头发都可以这么圆弧吹的啊？对啊，对，喜欢就可以吹，就这样吹，怎么样？用那个百元梳啊，就这样吹百元梳就可以，然后就这样吹，然后后面就这样吹，梦着睡，梦着怎么样？梦着睡不如抱着睡，白了。对，哦、没错。来哦，另外两个颜色，这个是杏啊，这个要打杏色。是，这个要打杏色。然后它的口袋，我觉得做的很可爱，就是它是旁边是有这样立体的，然后呢有两个红色的装饰线。好，我等一下穿粉，好，有没有？来，这个是粉色，这个是粉色。然后我现在穿的是那个黑色，很可爱。对，因为它的口袋是做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看。好。穿信好，哎，没问题。好，我先拍照。对，拍了。一、二、三，好，后面。这是两层的呢，嘿，还是两层的呢，会烧的呢。好。两层的外套会烧，会烧的，会烧。嗯，这样。粉色，哎，粉色也很好看。那个粉，我觉得它的外套都做得好看，就很挺，它的布料真的很挺，它的布料真的很挺，这是粉色的，这是粉色，然后它的扣子，咖啡耶，粉色也可以，我觉得粉色也可以，那种色彩玩，好可爱哦，怎么那么可爱啊？很像马卡龙的颜色，对，很像马卡龙的颜色，马卡，有没有？然后它的版型很挺。然后里面就是那种两层的布料的哦，它是两层，所以在台湾穿，哎，这也行，就是你今天在这种有点冷气凉凉的那种天气穿，有没有？就是穿，就是真的很会保暖的，会保暖的哦，真的很好看，我觉得这个粉色可以耶。然后粉色配灰色，有没有？粉色配灰色的裤子，哇 ，very good。79是弹性裤，79是什么呀？79是裤吗？是啥？嗯啊，对。79是啥鬼？优雅黑。79是那个那什么裤子？哦，方口袋裤子。然后这件裤子是没有有弹性，有弹性哦，有弹性。优雅黑熟女粉，悠闲性美女们买的啦。哇，你真的很会讲哎，堂哥。来，杏色。对。来，先宽多少嘛？我量一下啊。来，杏色这样子哦，杏色就是比较柔和的颜色。肩宽四五，对，它是肩在这，肩四五哦。片也删除了吗？看不到。哎，没事。我们现在在直播。你说打给片？没有人在看私讯的。哦，我看一下，来，杏色哦，杏色。杏色给你们瞧瞧，这样子。然后下面搭牛仔裤很好看哦，好不好？杏色也 OK， 杏色也 OK。好，一删掉，你穿不掉去啊。对，这样子 OK 哦。那我再拍个照。好，长度，外套的长度。哎，外套长度，外套长度的话，一长六一哦，一长六一，一长六一。
是说那个下午的那个 下午的影片吗？今天啊、哦、我刚看影片你就不见了，因为看一看我被红的了，对吧？根本忘记我今天，对，因为今天下午不是 前面有那个吗？对啊，我想说把前面那个地方剪掉、啊、结果、哦、那现在应该是不能剪影片，对，就是因为一剪它就不见了，对，剪了就不见了。好，真的麦克剪了，麦克剪了，麦克剪了，就这样子，哎，就让他这样子，那个就那个，然后拍照，哇，真的是很麻烦，对，就不要剪。一二三，好，赛亚人没出来啊、哦，赛亚人，超级赛亚人，对，很赛哦。来，最后一款呢，来啦。最后一款牛仔外套，牛仔外。这件棉 T， 汽车棉 T 好好配哦，怎么那么搭？好可爱哦！来哦，牛仔外套，我最后一款了，最后一款是他们也是新款，也是昨天刚到的，就是后面这两款就是昨天刚到的新款。然后呢，欧尼就说。新的可以赶快先拿出来卖，有没有别人还没卖我们先卖了。请问测测 T 几号吗？测测 T 是好一进等等哦，这测测 T 好好配哦，73号，测测 T 73号，我测测 T 73号一进，你要的话要帮我打73白加一或者73灰加一、哦哦、我最近 FB 的问题很多，嗯，真的呢，都不要去动它好了，就直播网就po上去，然后就不要去动它。对对对，好危险哦。对啊，那这样很麻烦。嗯，还没收稿嘞。啊，有照片啊，有po照片啊。对啊，私讯。但是我们有照片就可以用照片po。对啊对啊。对啊。山不转路转。对。没错。来，最后一款怎么转？人转。对。啊，人不转呢？人不转，哪里转？狗转，地板动作，来，最后一组了，两口袋牛仔外套，编号是81号，编号81，然后这个有两个颜色，这个有蓝跟黑，然后我先讲一下尺寸好了。怎么了？我刚刚一斤两，我好刚一斤两嘞，因为它是这样子，对，我也喜欢，我就是好喜欢这样子的口袋哦，然后又有帽子，对。你懂我、欸、我懂你、哦、我懂你、哦、你都不知道我在找寻这种外套多久，我一等一下可以买，这样手不扭到，不会啊，不会，怎么扭，就这样，就放久了不会抽，不会抽筋，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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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我要买，只要喜欢都不会抽筋，放不是，只要喜欢都不会抽筋，不喜欢的就会抽筋，对不对？我喜欢这个颜色，我想要买这个，那我买黑色，好啊，我要买蓝色，哦，黑色好好看，我觉得这样配很好看、欸、要死了，这样配真的很好看、欸、瘦歪耶、欸、来吧，来，编号81哦，胸宽67，可以穿到2X都没问题，然后1x59哦，颜色有两个颜色，然后它是薄款的牛仔，它是薄的牛仔哦，就是软的，对，它是软牛仔，好了，今天好钱，我好钱，来，姐姐，阿雷，就，有没有？它的版型真的很好看，修掉哎，然后它是有帽子，很少牛仔会做帽子，我们之前有买过牛仔，都是那种有领子的，耶，对不对？没有那种有帽子的，对。我们为什么被今天啊？好看，真的很好看。就它是软的，因为我喜欢这种软牛仔。哦，你看哦，它帽子有接皮哦。对，你看它帽子有接皮耶，超好看。哇，它帽子有接皮耶，这个我的菜啦，我们都喜欢这种有接皮的。然后这件一定可以穿到2X都没有问题，这件可以穿到2XL 哦，两个颜色哦。是。后面搭配很好看，然后我介绍后面很条很短，五条背心分的，这个我看哎，嗯，新料来，嗯，这个还好，因为我们刚才有看丽华那个还好哎、欸，那个不好看，我们就没有，就没有拿出来挑，对，没有挑对，哦、来编号81的，81的黑。哇 ，so wide， 大家看我那个。请问7是衬衫对吗？对，没有尺寸吗？七，
没有拖尺寸吗？有吧有吧。那看一下看一下。嗯，等等哦，我看一下。有啊，半扣一口袋那个，我先念一下那件衬衫的尺寸哦。那件是胸宽63，然后衣长前面60，后面65哦。有有尺寸有尺寸哦。对。有好，请总剖一下、哦。是。然后呢，我跟你说，这件它是软牛仔，所以你会很常拿出来穿的外套。因为呢，牛仔就是要找那种软布的，穿起来是最舒服。对，不要买那种硬邦邦的那种牛仔面料。然后手袖也够长，有没有？放下来手袖也是够长的 ，very good。然后后面有帽子也是很加分，很加分。然后前面呢，整个是这样子前扣式的，对，要扣不扣都可以。如果你扣起来的话，里面配个背心，这样子单穿也好看，当外套整个这样子罩起来也好看。整个这样子有没有？里面就随便配一个棉 T， 然后牛仔裤这样子搭起来 ，very good，very good。还有 T 恤几号 ？T 恤是那个男孩什么的，等等，来编号69哦，69。男孩背后背 T 是69，六九，哎，六九。然后81多少钱？81我看一下啊，等我几秒。来81的话，线上是1320，线下是1350，对。1320好便宜哦，对啊、外套呢？套然后里面这个整个都是有滚边，而不是说这样子以那个抓我，有的那种车工很粗糙，他就是直接这样车，也没有去给你管这个。可是他这个整个都是有少有给你包边，包的很漂亮。然后面料都是软的，很舒服的牛仔。然后口袋又是这样子的口袋，所以你在放东西完全都不会不见，会非常的有安全感，好不好？有没有手机这样子放下去？你要出去的时候这样子有没有很安全？不是那种侧面的口袋，侧面口袋你就很怕东西会飞出去。好，阿内八一哦，喜欢的赶快八一黑加一，八一蓝加一。我的钱一三，线上只要1320，线下1350，很便宜，便宜，它是外套哦，它是外套，外套，对，是外套。面料真的好到不行，好不好？面料真的好到不行，赞。好，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款了。你们有想要问什么问题吗？有没有？还有想要问什么问题？可以现在发问哦，可以现在发问。想看什么款式都可以问吗？想要看几号？对。哦，我被整理掉了。好，那给分钟，让你们问一下。好，再请吧。嗯，一九。嗯，好。哥哥问。嗯。赶快，我们等一下下播之后就会恢复原价了哦。对，一。嗯，有宽裤吗？有啊，刚才有一件牛仔宽裤，刚才有一件呢、啊，阿宇有穿，那个是旁拼街牛仔裤，编号77哦，那件是穿宽裤，宽裤，对，有一个宽裤，然后有一个宽裤，蓝色的拍哦，对，八一的蓝牛，来八一的蓝在这儿，一，干货，来，后面，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一。嗯，来八一的蓝，八一的蓝，可以帮你加风衣外套那件吗？白色，好。你帮我私讯一下，你帮我私讯小帮手一下，小帮手。好，小帮手。对，安尼卡袂记记得。对，对，这样才不会忘记。对，我怕我们就是有时候会突然忘记，有没有？太美了。对，蓝色的，它蓝色的那种格纹，就是它的那种纹路很好看，然后它的配色。可以可以啊，可以可以穿到泰罗，它是大件的大件的，然后你可以这样子解 set 啊，那我你可以这样子买，因为我觉得你看到、哦、它车子是蓝色对不对，然后可以这样子搭配，我觉得搭配起来很好看，它颜色刚刚好哎，没有违和感，然后也可以配像这种裤子，有没有配这样子一套，我觉得它有层次感，然后搭配起来是好看的，没有那种很突兀的感觉，好不好？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加。然后线上加一的话，外套是1320。然后那个 Peach Jump， 你的那个八一黑加一要重打，因为你打成那个图案了。你的加打成那个图案的加，对，你要重打八一黑加一。对，要帮我重打哦，一定要打正确才能录。对，要打国字或是那个或是数字加减乘除的加啦，你就帮我打国字的加好了。对，帮我打国字的加。如果找不到那个的话，嗯 ，OK， 那我们要下播咯。OK， 再给你们几分钟，要吗？让你们加一下这样子。好，我们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对，然后有问题都可以问这样子。好，好累哦。对，瞬间没有电了，真的。高精修笑啊，这个人。每次都这样，
没有体力了。嗯，对啊，对啊，其实还蛮多香港人来的，最近很多，真的哈、哦啊。原来那个香港喜欢买行货，对啊，对啊，对啊，跟台湾一样啊，台湾也是买行货，对啊，对啊。嗯，还有什么问题吗？对，玉菊你要重打哦，等你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对，没有了哈，那我们就要下播了。啊？有眼快一点照呢。看一下，哎，没有问题了哈，应该是没问题。OK， 那我们下播喽，对，拜拜哦，明天见哦。明天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去哪里？明天我们下午是新店家、哦，对不对？我们明天晚上没有，啊，晚上没有。对，我们明天晚上没有。公休、啊，对，公休啊，对，休息一下。那明天其实都要公休才对，可以休一天吧？会休一天吗？哎，我们下午小直播一下啊。好，我们下午明天下午会有一个、嗯、会，应该是也都是算新店家。对 对, 对，明天的下午会开小直播，然后新店家，然后晚上会晚上没有，晚上会休息一下，然后礼拜六再开麦。对，然后礼拜六再开麦。可以。OK 哦，那我们要下播喽。OK， 拜拜。拜拜。晚安哦，各位晚安，祝你们有个好梦。可以梦到我们两个也可以啊，耶、yeah. ，可以吗？你们有哎，对啊，你们有梦过我们吗？这个小话题啊，你有梦过我们两个吗？搞不好会啊，几搞不好会啊，好像是哦。像他有扣子，有对有扣子。我之前看那个谁啊，馆长直播，然后会我就梦到馆长这样子，真的哦。对啊，就是你常看的话，有时候会梦到，没错。没有啊，可是我像我们这，你看我们这有时候播到十二点多，然后他就播完就睡觉，应该会梦到。可是我很常看Rain也没有梦到啊。有可能，你可能要更常看一点。真的啊，我已经很常看的嘞，我看到手机都快要快起啊嘞，真的。好了 ，OK， 拜拜，拜拜，拜拜，我们明天见哦，拜。拜拜。外套长度？然后外套长度还有多大？有什么？那你切了吗？还没，还没啊，还没切啊。长度？那个衣长五九。五九，衣长五九，衣长五九，五九。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